我们现在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人数。报告联席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好，委员会现在宣布开会，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审查本院委员黄国书等二十人拟具《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哎，黄委员来了，好，来，我们请黄国书委员来说明提案的要旨。哎，请。好，谢谢主席。各位列席的官员，各位委员会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我要非常感谢我们的招委哈、把这一个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的修正案呢排入这个审议啊。有关于这个条例的第四条啊，公益彩券的发行的规范呢，我们在原本的条文里头啊，除了有明定公益彩券的发行由主管机关指定银行办理之，其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事宜之办法由主管定之啊，这个条文之外呢，还增列了未举办国际认可之竞技活动，得申请主管机关核准发行特种公益彩券。那么有鉴于运动彩券发行条例已经在民国1998年制定，其中关于竞技活动作为彩券标的之业务已经转移到体育署主管之运动彩券，且相关特种公益彩券业务亦于民国102年12月31日终止，所以我们建议删除本条次第二项关于竞技活动相关文字，使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与运动彩券发行条例之适用项目得以厘清，敬请财政委员会委员支持本案之修正，非常感谢。好，谢谢黄国书委员的提案说明啊、那这个有关这个法案，很多记者、很多媒体朋友都相当有兴趣，说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啊、那刚刚黄委员已经向大家说明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请财政部苏正禄次长来回应委员的提案，来请。麦克风。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么今天大院在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的时候啊，审查的时候，黄委员国书呢等二十人拟具的《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修正条文草案啊，那么撑腰列席报告啊，基本上。非常荣幸，对于各位委员的关心，公益彩券的业务啊、也表示很感佩啊。那么以下呢，仅就这个本修正草案提出说明，那么请各位呢委员指教啊。那黄委员等基于这个运动彩券发行条例在民国1998年制定，以竞技活动作为彩券发行的标的，已移转至运动彩券。那么原提案修正删除《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那么鉴于这个《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目的呢是为举办国际认可的竞技活动筹措相关的财源啊。那跟《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第一条有关，为振兴体育，并以筹资以发掘、培训及照顾运动人才，健全运动彩券发行管理及。盈余运用特制定本条例这个目的啊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再来呢，因为运动彩券业务啊已经在民国1999年依法呢由原来的行政院体育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教育部的体育署啊来办理，移到这个体育署来办理。那么为了明确这个权责啊，财政部呢，尽表支持修正案、修正草案啊！再一次呢，同时感谢委员的这个提案。那么，以上报告，请指教，谢谢。好，我们谢谢苏次长的说明啊，对提案的一个说明。那我们现在要开始询答，我们先做如下的宣告：每位委员8分钟，可以延长2分钟。我们上午10点截止登记。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秉睿委员质询，吴委员请。
主席麻烦请财政部苏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这个公益彩券从发行以来到今年的三月为止哦，创造了3600多亿的这个盈余啊哈。那它主要是在你们的办法里面，它分公国民年金、健保责任准备及补助各县市政府办理儿少、妇女、老人、身心障碍、残障者福利及社会救助其他社会福利事项。可是你们对于那个分配到各县市政府之后啊，县市政府拿来做什么使用？你们的管制能力到哪里呢？过去被指出来说，在地方上面拿这条钱滥行进行这个补助的状况。哦，那你们这个财政部在去年的六月十一号有一个新闻稿，他说公益彩券回归去运用成效佳，对社会福利甚有注意。我相信对社会福利是甚有注意的哈。那回馈运用回馈金的运用成果佳，这个大部分是佳，但是有一些也被监察院曾经有纠正过啊。譬如说去补助妇女会啊，去补助什么一些过去的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去办理活动，这个你们到底能够掌控的能力到哪里啊？跟委员报告哈，这个部分我想在这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那个公益彩券发分配给地方的这个公益彩券的部分、啊、我们事实上有订定跟卫福部同时订定的公益彩券应用考核及追回款项保管及应用办法。那么依据这个办法呢，是我们有一个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的。那未来就是说我们会配合这个卫福部啊，这个社会福利绩效考核的作业的啊，在实务上呢，每年是召开次年度的考核标准确认，那么邀请呢地方政府做滚动式的指标的考核。那未来我们会，我想我们会进一步做一些精进的措施。这样讲，这个都是概念性的了哈、嗯。我的意思是说，各县市政府补助给哪一些单位，你们强调要公开透明，有没有办法补助的条？补助的金额巨细靡遗，到连补助几千块都给他上网，有没有办法办得到？什么理由不上网？有没有办法办得到？这样才是真正的透明化啊！他的这县市政府拿到钱，才不会拿去乱用啊！因为这一笔钱中央给的，然后地方政府因为地方自治的关系，他是由地方政府的县市议会在监督，是，可是往往。这些民意代表正是要求政府补助的人、啊、往往这些地方民意代表正是要求县市政府补助的人，所以由他自己来管理自己哦，这样子我认为是不够的啦哈。当然，大部分的地基层，大部分的县市的议员，我认为他还是有，还是会秉着这个公平的标准在做事，但是有少部分不是，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提出，能不能连县市政府补助给哪些单位？多少钱都列出来，你不要光是一个统项说，我今年补助了，举例我补助了 A 县政府，补助了 B 市政府，总共多少钱？多少钱？你要这个市政府拿这条钱去做什么？这一部分也有办法透明公开吗？跟委员报告，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各地方政府我们会要求以网际网络的方式、啊、公布应用情形，然后编辑报表、啊、那连接到各地方政府的这个所谓。那如果地方政府没有？不愿意把他补助的详细金额上网，不愿意提供资料给你们怎么办？我们会做进一步的考核的这个机制，会有一个考核机制在那边。考核不好能怎么样？因为你那个分配公司是死的、啊，考核不好可以扣款吗？可以减少补助吗？对，可以。可以减少多少？目前是可以扣发或者是。我们现在是可以扣。那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你们后来怎么处理？譬如说市政府的不当补助啊，补助不相干的团体啊，也在补助。基本上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第一个是会限期改善啊，如果没有改善的话，我们就会扣发或者是缓发了。基本上是这样子在做了。好了，希望执行的时候能够好好做好哈。第二个问题是要请教啊，我们
这个公益彩券哦，第三届就是民国九十六年到一百零二年哦，有预期未领取奖金啊，也就是说有人中奖了，可是他可能不知道，或是说他没有去领取，这个金额到达66.26亿元哦，相当庞大的一条钱哦、啊。那平均如果用年数来给他平均，每年有9.5亿啊。然后这个民国103年有7亿7500万的奖金没有领取。民国104年也超过10亿的奖金没有领取，这个这么庞大的金额，你们后来怎么处理？因为这个金额也没有列入在分配的公式里面了、啊。未领取的奖金，你们后来怎么处理？跟委员报告，我们是归入一规定是要归入这个公益彩券的营运里面去的。那在事实上，那什么时候归入？是隔年就归入，还是要停多久？应该是当年度归入。因为你们公益彩券有一个领取的时限吗？对，多久？3个月。为什么规定3个月？因为民法的请求权时效最少也15年了、啊。那你如果不讲请求时效，你有比较短期的时效期间，最短的也至少也有6个月啊，或是2年呐、啊。2个月。哦，那你们为什么规定3个月？跟委员报告，因为这是公益彩券发行条例里面规定的。好，那3个月归入。对，所以你归入了之后，现在已经都放到分配金额里面去，这个也都分配出去了。对，所以你们那个统计的金额，譬如说啊，民国104年，你们总共销售金额1300多亿啊，盈余是535亿，就有包括这个没有分配的奖金。对，好了解哈。另外，根据审计部有一个审查意见呢、啊，他说。民国102年，财政部有将回馈金很大的比例用在补助发行机构办理成效展、园游会、媒体宣导等形象建立。这个审计部的这个意见，你们有看过吗？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业务单位做回答？好，谢谢。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从来没有用那个盈余去补助发行机构办理任何事情，因为盈余有法律上有规定，是说他要用国民年金，还有那个全民健康保险本准备，还有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之用哦。那刚才您说的那是用回馈金，就是每年呢、啊，我们规定那个发行机构有要给我们27亿的一个回馈金，那之前可能有因为就是。因为就是因为要推展这个公益彩券的一个发行，还有让人民知道，就是说公益彩券的公益性，所以我们有补助过发行机构办理这些成果展之类的，就主要是让民众了解公益彩券的公益性。以上。是啊，这个审计部对你们这一个样子的回馈金很大的比例用在补助这个上面，审计部有所意见呢。啊，你们的回答是审计部的意见归意见，那你们的做法就继续归这样的做法，是不是？目前我们都没有在补，就是目前我们都没有在补助发行机构办理任何成果展了。那目前只是目前是补助。那为什么102年会？因为那时候是就是基于就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公益彩券到底用在哪一个部分，譬如说盈余我们是用在哪一个部分，那我们是想要利用让民众知道说公益彩券发行有它的公益性，还有就是我们补助一些弱势族群就业的情况，然后让民众了解我们政府这个发行公益彩券的一个用心。以上。是，但是你102年办了，这2年都没办。对，那的102年办的原因是因为96年到102年是一个期间，对，那你103年开始又要另外一个契约，所以你102年特别办吗？还是102年有什么考量？因为就是刚开始就是在那个中国信托在接成担任发行机构期间，可能有一些可能发现一些宕机，或者是一些可能会让就是那时候销售情况并不是很好。那事实上，公益彩券只要销售情况不好，会影响到社福裁员，所以我们是基于想要提振一些民众对公益彩券的信心，所以我们才会补助发行机构办理这个成果展的情况。以上。那你们现在自己财政部里面有一个怎么样子的组织在监督这个事情呢、啊？我们财政部有成立一个公益彩券这个回馈金小组委员会，所以如果说我们要运用回馈金的话，都每一件案子就是都要经过回那他的组织成员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报案政府相关单位的代表，还有就是一些学者专家。他开会有出席费吗？有。就是依照规定，就是都会。他有领额外的这个金钱吗？除了固定的出席费？没有。所以你们都认为你们都是在标准之内来做？是。好，我是觉得这个好好努力了哈，因为我举一个例子哦，你这个公益彩券哦，
当然如果你做的还有盈余啊，啊是对于国家整体是好的，不好的部分你就把它消除。但是这个慎选营业的厂商也很重要。以前运彩是赔钱的，这几年来运彩就做得赚钱了，而且运彩赚的钱不少。那运彩赚了钱之后就可以回馈给运动界，哦，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新办这个东西当然是好事情了，啊，但是希望我们财政部来能谨慎的小心的来管理，好不好？好，谢谢你，谢谢委员。好，感谢委员。我们再来请曾明忠委员，曾委员请。主席，谢谢主席，麻烦请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好，等一下哈，等一下。好，谢谢。首先恭喜次长。我今天题目是，谢谢货币数位化。先跟次长讨教，这个题目跟财政部有没有关系？有一点关系。好，有一点关系，当然有关系。所以今天跟您说明咨询的是无现金社会跟新兴支付管道，所以这个是整个台湾地区或者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无现金的社会慢慢在来临，尤其整个金融科技的发展里面的六项核心业务，包括支付、保险、存放款、群募、投资管理跟市场供应，但是基本上非常重要的是支付的部分，跟财政部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次长，关系在哪里？有几个面向了。第一个面向就是支付的管道里面，因为它支付的部分就会涉及到营业税的部分，这个是会涉及到。然后再来就是统一发票的部分啊，因为它支付过程当中会有这个发票的产生啊。好，没有错，你答得不错。这支付工具里面跟财政部业务相关两个，第一个除了你的九家换公股要注意这个发展趋势以外，基本上跟您的营业税、盈利事业所得税、统一发票有非常高的密切关系，所以我希望看这个趋势，整个像行动支付、整合购物、效率支付或者下一代的交易安全，我希望电子发票应该利用未来的发展，利用更多的载具，财政部要主动切进来。那其实我们来看看国外发展的情况，像比如说现在的在卡片上、手机上或者是电子载具上，慢慢的都取代了现金的情况。那像国外现在瑞典现金支付占经济活动只有2%了，所以我希望财政部要主动关心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我们来看一看国外的情况。台湾因为第一个服务员比较小，第二个是 ATM 等等，或者是传统金融非常非常的方便，银行也 over banking 的情况，提供相对比较完整的服务。但是现在电子支付占国内消费的支出的比率只有26%，26%，韩国是多少？77%，中国是56%，新加坡是53%，邻近的国家啦，包括香港都超过50%，台湾只有26%。所以金管会也配合整个金融发展的趋势，在我金管会主委任内，希望采行各种措施，能够让26%哦，要 double， 要5年哦才有办法，5年后才有办法达到52%哦。那这里面包括像 POS 机，比如说现在很多 POS 机每一家的不一样，也没法整合，要整合这个银行工会大概8-9月才有办法进一步整合。那这个整个发展趋势，其实除了金管会要去做以外，我们看了其他国家，像韩国为什么77%？韩国是在金融海啸期间，他鼓励民众使用信用卡。假设用信用卡来支付的话，来刷卡的话，可以抵税。但是我也不主张一定要抵税。后来，
韩国的经验是让他抵税，抵税的结果营业税是减少还是增加？是增加。抵税的结果，他大概有2%-3%的额度可以来抵税。这样实施的结果，营业税是大幅增加，不是大幅减少。但是我也知道，台湾要来抵税，实务上有困难，民众不一定会接受。所以我认为，希望财政部看到的趋势，要采行具体的措施，因为大家很清楚，所有的大多数在台湾的经济学家的预估，台�湾的地下经济有3%-4%。那假设透过电子支付的发展，你把这个，你也是经济学家，把这3%-4%的地下金融，把它台面化，纳入电子支付系统。第一个有什么好处？可以忠实反映台湾的 GDP 的情况，而且可以大幅增加营业税，也可以大幅增加营所税。市长，您赞不赞同这样的讲法？基本上委员刚才所提到，就是透过这个所谓的行动支付或无现金支付的方式啊，那么把这个所谓地下经济地上化，这个我想这个是一个趋势的，在我也非常认同这样一个趋势。那因为这个地下就是说地下经济的活动，如果透过这种行动支付的方式，那么它有一个交易的凭证以后，那么就可以很，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大数据来针对国民的经济活动啊，做一个比较详细的统计，那对于政府的税收啊，应该有相当的帮助。现在营业税一年多少钱？营业税一年大概3300多亿，没有错，大概3200跟先3300。你看，你假设可以增加3%-4%的地下经济，营业税要增加1000亿，其实中长期是很容易的哦。你不是增加税哦，你增加扩大税基，第一个增加税收，第二个让租税负担更公平哦。另外，你以后的资料，那另外再讨教，还可以增加营所税哦，还不是只有营业税哦。所以我简单估计，很单纯的估计，你要把这一块纳进来，利用电子支付的推广，不但可以实现您财政部在强调的租税公平，另外可以协助电子商务的发展。第三个，我的预估，中长期要增加营业税跟盈利事业所得税1500亿，我认为做得到。市长，你认不认同这样的想法？这个税收的影响，我们还要再去评估一下了。因为刚跟你提了嘛，营业税3300-3200，你把地下金融3%-4%，中长期把它台面化，增加个1200亿容易。另外300亿增加盈利事业所得税，这个估计是保守估计，还是可以做得到？当然你要看它的时程，我也不认为一触可成，但是要一段时间，这样估计合不合理？你是财政学家，你也是经济学家，你是经济学博士，我这样估计合不合理？大概整个来看，刚才委员所提到1000多亿的这个数据啊，基本上，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营业税的部分啊，就是说他如果到底他的地下经济能够是不是3%-4%全部反映出来，这是一个问题哈。这个四成的问题，因为我不是讲一个3到5年内可以造，但是中长期做得到。请教你，现在年轻朋友买东西都上网，都是用电子支付。当他现在很多学生都出社会以后，使用现金的机会非常非常的少，所以我不是讲3到5年内，但是这个是个趋势。但是假设财政部跟金管会一起来推，会让这个时程缩小，会让这个时程加速，你赞不赞成？财政部愿意配合啊。好，谢谢。所以我最后的建议就是，希望财政部对于无现金社会的慢慢来临，应该研究具体的配套措施。它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可以让台湾的电子商务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第一点。第二点可以增加税收，实现社会的公平。所以我觉得这一举数得。不瞒您说了，前任的张部长，我也在财委会九楼执行过他。我本来要求他520之前要提出具体的措施，我向阮署长有听过，但是我怕他那时候执行大概是四月份左右，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交代往下交代。我本来以为今天许部长要来的，所以我再一次执行，因为很少政策是基本上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另外又可以让电子商户好好发展，一方面又可以把税基把它补起来，可以增加税收，而且量我的估计1500左右，我希望财政部能够具体尽快拟出具体方案来实施。而且我今天也有一个临时提案，希望财政部你去查税，这东西你不用查，只要配合趋势，配合金管会等其他机关一起来推。我觉得这是可以创造三赢的情况。我希望市长，现在部长没有来，本来今天委部长会来，我希望你带回去好好跟部长反映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可以。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那江委员礼拜三会来，好，部长礼拜三会来，因为今天是我们委员的提案，所以我们就准部长请假，请市长来这样，好，请。好，接下来我们请黄国昌委员质询。黄委员，请。谢谢主席，啊，有请市长。来，市长请。哎，请。委员好。哎，市长你好，今天那个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的条文，那个是配合着运动彩券发行条例的修法而动，我想这个争议可以说是没有争议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提出来的书面意见，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好，谢谢。那我现在想要请教市长的是，这个公益彩券啊的回馈金，到目前为止，你们是不是还是用公益彩券回馈金的一个办法来去处理相关的法制？公益彩券回馈金运用及管理作业要点，对，我们是以这个为依据。对啊，之前你们每年啊，大概从这个回馈金里面补助了很多研究计划，那里面也有研究计划具体的指责啊。就这个回馈金的部分，事实上以行政规则的方式来做，非常的不妥。那你们收到这样的研究计划部里面，对于所提出来的政策建议的回应是什么？打算要这样继续做下去吗？委员，我这一部分是不是请业务单位来说明？可以，请那个熟悉业务的同仁。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用回馈金有补助一些学者专家提的一些有关回馈，就是有关公益彩券的一些研究计划，那我们就会依照一般的就是研究计划跟一般我们公务预算来补助那个学者专家来做研究的委托研究报告都一样的，就会有期中跟期末这个审查。没有啦，我现在的问题是，请你针对我的问题回答。你要补助这些计划，我都没意见了。是，找学者专家来做政策建议是好事啊。我现在具体的问题是，你们补助的研究计划里面，其中就有具体的指责，你们用这个回馈金的运用跟分配，用行政规则是不妥的。那针对这样的政策建议，你们部里面目前的态度是什么？我并不是说所有学者所提的政策建议你们通通都要采纳。那针对这个部分的政策建议，你们部里面的意见是说，这个学者他所提出来的政策建议根本就从规范上、从现实上都不合时宜，那部里面决定不予采纳，还是你们认为这样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跟委员报告一下哦，因为回馈金是依照我们遴选发行机构的一个公告所要求发行机构每年要回馈给财政部，然后办理这个社会福利之用哦。那基本上它是没有法律授权的一个规定，所以那我们是基于说它我们当初要求发行机构回馈给我们财政部来办理社福的一个这个宗旨呢，然后只用行政规则来
处理它的一个相当的作业和运用的。我现在具体的问嘛，把回馈金的部分纳入具体的法规范当中，财政部的意见是什么？认为没有必要，我们还是目前用行政规则便宜形式就可以了。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这个回馈金哈，我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最主要用在这个像社会福利。你不用跟我讲用在哪里了，我通通都知道了。嗯，请你们针对问题回答，因为每次质询的时间很短，是他问你们 A 问题，全部扯到其他的地方去。是这个跟委员刚才的建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我们将来再来研究。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把它法制化。所以你也赞成法制化的方向吗？好，我给你时间哦。今天你们已经具体承诺哦，赞成法制化的方向。我为什么会讲这件事情呢？是你们就盈余的部分，公益彩券发行条例下面，你们有设独立的监理委员会，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法制化已经处理了。我现在的问题是，针对回馈金的部分，为什么没有监督监理的机制？刚刚你也赞同我的。我刚刚所提出来的建议嘛，所以应该要往法制化的方向去迈进。好，我给你们时间。第二个，你们到目前为止所针对于回馈金的部分，你们所补助的各个项目里面有没有针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跟保障？你们有社福有弱势，这个我都赞成，我也都支持。我具体的问就是，针对会去买彩券的那些消费者的权益的具体保障，你们目前的回馈金机制里面分配了多少钱或者是回馈金去做这方面的事情？跟委员报告目前是没有了，零嘛，答案是零嘛。好，那为什么会具体的问这个问题？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你们在2012年委托刘岱阳所做的研究报告，彩券发行机构对经销商与消费者权益保障之责任分析，那在这个报告里面非常具体的建议你们，针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要纳入在回馈金里面你们要处理的范围，结果你们到现在做是零。那我现在的问题就很具体啊，我想正是您是学者出身，我讲的你应该会比较了解，我们行政机关花了一大笔钱找了学者去做研究报告，那学者做出来的政策分析，行政机关要采或不采，要有个基本的态度。如果今天花这个钱给学者做这个政策报告，是做完了以后，我们就把它丢在旁边，束之高阁。那我问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花这些钱去做这些研究报告要干什么？跟没有花这个钱做这个研究报告的结果不是一样吗？那这个报告已经给你们这么清楚的政策建议，那你现在只要回答我说，这个政策报告里面他所建议的，针对有关于回馈金去买彩券的这些消费者的权益，应该要纳入保护这件事情，你们赞成不赞成？我想跟委员报告一下，我第一个那个报告我没有看过，但是我想从比较正面的态度去看呢，应该可以去考虑。把这一方面纳入相关的。次长，您刚上任我不会苛责您，请负责的同仁上来。跟委员报告，这一部分其实当时是可能有特殊的考虑了，那不过我们今天委员的这个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在将来在这个相关的要点里面没有关系。所以第二个承诺，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后会纳入。现在考虑把它纳进来。当你们在法制化以后，把它纳进来，因为。在这个回馈金里面，你们要去保护这些弱势的经销商去卖彩券的，我全部都赞成，帮他们保保险，我也都赞成，因为他们这个行业的确有一些风险存在，这个我通通都赞成。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财政部在核这些研究计划的时候，不是闭着眼睛核的，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花了一笔钱做了这个研究计划，结果有具体的政策建议，然后好像是狗吠火车丢在旁边。那我一开始就不要花这个钱就好了，我花这个钱的意义在哪里？这个不是国家资源毫无效率的浪费吗？下一个问题，这一次就有关于台湾彩券在104年的时候得标的是哪一家？中国信托。中国信托，所以是中国信托吗？那中国信托可以跟你们申请
就彩券经销商储蓄保险暨转业辅导方案。所以中国信托它既发行，它也是一个申请补助的单位，也就是他自己的钱啊，先拿来缴回馈金，然后缴了回馈金以后，他自己再当申请补助的申请人，等于是这个钱他右手拿出去，左手又再拿回来，这个机制怎么设计的？我实在看不懂。跟委员报告，目前是这样，这个有分配，我们分配到财政部大概一年大概1亿了、哦、那1亿其中我们有一部分就用来做这一个，是就是做这个转业的方案跟辅导的方案。那为什么申请人是中国信托？就是这个，因为他是主办行啊。所以等于是说，你们等于是一个行政委办的性质，就是说要去做这样子的储蓄保险的计划。那等于是虽然他右手拿了回馈金给国库，那国库再拨一点给中国信托，主要就是要让他们去办保险。最后实际上面的受益人还是那一些卖彩券的人嘛。所以我们以最终受益人的角度来看，是还是那些实际上面需要被保护的人受保护嘛。但是基本上我们财政部会监管这一块啊，监管这个我相信啊。那第二个我看不懂的哈，我是要跟你们请教一下，就是你们在办这个保险的招标哈，你看哈，招标的单位是台湾彩券股份有限公司，得标的单位是中国信托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啊，这两个公司全部都是中国信托金控100%持有的公司，那、啊、怎么会招标的人跟得标的人是同一家母公司的两个子公司？那办这个招标要干嘛？跟委员报告，这个当时哈，当时在这个经销商的这个遴选的过程，我们是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来处理的，所以当时你们一定是按照政府采购法，这个我相信嘛。是。但是政府采购法现在整个机制的设计，你是用最有利标哎，一个招标的单位跟一个绝标的单位同属于一家金控公司，这个是什么招标啊？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吗？是这样子，当时我们招标是针对招标的主体，比如说像当时有两家是投标的，一个就是一个台新，好，另外一家就是中国信托。那没有啦，那个是发行机构啦。发行机构。对。现在我在讲的是说，你们财政部不是拨了一笔钱，要帮那些弱势的人去办保险吗？是。那你告诉我说啊，申请的人是台湾彩券公司，那因为什么啊？因为他是发行这个彩券的发行行，这个我接受了。好，现在这个发行彩券的发行行，接下来要帮这些人办保险了，那为什么他们是决定要去办招标的机关，结果最后绝标的是这一家公司同属于金控的一家人寿保险公司？这是我的问题啊，是全台湾只有中国信托人寿保险在办这个保险，还是有其他的保险公司在办保险？那为什么刚好就是中国信托这一个申请方，他最后得标？这个是我的问题啊。据我了解了哈，就了跟委员报告，当时那个参与投标的就只有中国人寿一家了，就只有一家。来看一下哈，你们这是用最有利标嘛？来看一下，你们这个评选委员，台湾彩券公司总经理、台湾彩券公司副总经理、台湾彩券电脑型处长、台湾彩券营销处副处长，还有中国信托资深副总经理，啊，你们的评选委员刚好也是得标厂商他子公司在下面任职的人，这个是什么采购程序啊？我真的完全看不懂啊！基本的利益回避都不用顾吗？你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标案从头到尾，整个评选的作业到底是怎么做的？把当初的资料送一份来给我。好，那跟委员报，我想我们就把书面资料补充给委员。好，那谢谢。好，谢谢洪国昌委员。接下来我们请赖世宝委员。好，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我们请一下市长好吗？来，请市长。
委员好。次长好。这个外界当然对于彩券呢、啊，我们当然都希望是说有打出一个类似 slogan 一样哦，就是说买彩券做公益积功德哈。是，当然因为按照根据相关的法规，我们缴库的这里50%办理社会福利，45%做政府的补助的国民年金，你要不要告诉我们呢、啊？每一年补助给地方政府的彩券的这一部分，到底有多少钱？我的了解应该是，大概16亿左右吧。这里有两件事哦，一个是盈余一年大概缴你们300多亿，另外一个是回馈金，你们是回馈金拿去给地方政府，还是盈余300多亿给地方政府？这个盈余的部分呢？啊，盈余的部分，盈余一年有300多亿哦。啊，对不起哈。104年总共盈余337亿，对啊，336啊，你们讲36，哎对，337了哈、哎，那其中补助给各县市政府的就169亿，对嘛，不是你讲10几亿嘛，对对对对嘛，这个是很大的一笔钱哈、哎，很大的一笔钱，可是那么我看了有些的，我就不直接点名哪一个县市了。有些县市的县市议员，他们质疑哈，说公益彩券的盈余基金来填补他的公务预算，这个问题啊，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事情？这是有地方县市议会的议员有公然提出质疑说，啊，这个物件是要做帮助弱势的嘞，啊，你怎么会去变成填补你的公务预算？你们这里面怎么稽核啊？啊，财政部你们是？最大庄的，你们算是最大的这个老板来看这个事啊？你怎么看这个事、啊？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要看各县市的情况、啊。你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旁边代打一下来。好，谢谢。跟委员报告，你是署长吗？是。哎，是。好了，讲你讲。跟委员报告就是基本上哈，就是我们补助地方政府那个，它是有一些县市它是放在基金里面。那基金里面如果是不妨碍这个基金的运作的目的的话，它是可以调拨的，它是可以调拨的。他有跟你们报告吗？啊、不是，因为别忘了，我们之所以通过公益彩券，对，它的很重要的是这笔钱有赚的钱有盈余，一定要做在公益。对，是不是一定要做在公益？对，所以当初的话是给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对，帮助弱势，帮忙弱势。可是现在因为已经有县市议员、不同的县市，有人都提出质疑，说这钱不是用在弱势啊，钱就用在那里面，把他的这个县市政府他的窟窿把它补起来。那你现在跟我讲的是这个我听不啊、你说基金到底什么基金？基金也好，不是基金啊，它一定用在弱势哦，对，要用在公益哦，这个很重要哦。我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这个都有实地查核了，就是它实际上的余额要跟它账面上的余额要一样啊。你听不？你还骂什么听不？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你没回答我，是不是不管余额不余额，是不是用在弱势，是不是用在公益？这个回答很明确，可以这样看。跟委员说明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哦，各县市政府它的这个那个市库调度的方式不一样啊。那有些县市政府它有集中支付的一个。来了，两位长官啊，我给你一个具体建议啦，啊，你们研究一下，然后回答我看可不可以做得到了哈。要不要我们现在强调开放式的政府？我们所有在立法院的质询全部都是网络直播出去的。Open data, open government, 开放政府，开放我们的这个资料等等的这一部分能不能开放 ？Open， 把这一部分 open， 因为你这个是全民大家买彩券是做公益积功德这样的概念，这个帽子底下的，所以既然是这样子，大家看我这个交给政府的盈余是不是真的用在弱势上面，是不是真的用在公益？所以可以不可以把所有的？把所有的各县市政府怎么用这笔钱，全部把它 open 可以吗 ？open data 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什么时候开始做？现在就已经开始在做了啊！现在就已经在网站。我们上网看得到吗？看不到。都已经公布了，都已经公布了。我们国库署的网站上也有公布。国库署网站，你应该建立一个专，你应该建立一个专区哦。有专区啊，建立一个专区有吗？有哈，你要建立。地方政府有公布，我们中央有。你要建立一个专区，说这个是用在彩券、公益彩券的盈余用在什么地方哈？这第一，第二个，外界还是有看到我们去买彩券的时候。
请问你经销商是不是一定要这些的身心障碍者？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跟委员报告，目前经销商的组成是除了身心障碍者以外，还有就是原住民，还有单亲低收的部分，所以有三个部分组成。三大部分嘛，但主要还是身心障碍者嘛。对对 对。但是外界不断的有一种挑战的声音出来哦，说有借牌的情形。你们怎么去稽查一下？因为这个大部分，因为经销商大部分都是身心障碍者，那他们有就医跟复健的需求，所以我们还有定有一个代理人跟雇用的一个机制，所以不能单凭就是以经销商的外观是不是属于身心障碍者来判定上。好，好，两位请回啊，我请教次长哈，现在已经六月了哈，五月底是报所得税了哈，是，现在报税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没有报？户税署的长官在吗？我所了解應該是次长刚来不是很清楚，我们王副署长可以吗？来，王副署长。王副署长，好不好？好，我请副署长。要报税情况怎么样？还有多少没有报？应该是都原则上应该都已经报了，只是我们精准的件数的话，应该还没有最后出来。可是初步的是这个数字吗？5,939,000多件，到目前。统计到的，可是应该还是有一些在途的，还有一些在途的，就是它跨辖区预期，还有一些预期。我们的所得税的这个要报税户总共几户？去年是608，608，现在只看到590几，所以差十几万。对对对，还差还差十几万，是还差，所以比例差多少？是比例没关系了，自己算了哈。好，是，几位长官啊。我刚才是回到刚才那个 e-government 的概念哦，现在您知道吗？你们先留着好了哈、哦。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的健保啊，以前呀，台湾的老百姓民众啊，喜欢有时候喜欢 shopping 的，逛医院了、啊，这里看一看，那里看一看了、啊，这里要拿一拿，那里要一拿，所以很多的医药的浪费，那个药物的浪费。后来现在我所知道卫福部啊推出一个。这是一个云的概念、哦、就是全部几乎都连线的，几乎都连线。你在这里拿药，别的地方你就不能拿药、哦、就是已经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哦、但是报税这一部分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做到？即便是他的列举扣除的，你也帮他试算，你有没有可能做得到？你们现在只有做到标准扣除，我知道，但是有没有可能列举也可以？因为包括比如说除了薪资以外，包括个人的保险、健保、医疗等等的清单，那些卫福部都有啊。这个按一个名字，它里面都出来了，它交多少钱？你何必叫这些我们报税的老百姓，我们一般的辛苦的老百姓还要去找，去这里找那个多少钱，去这里找收据多少钱，然后再弄，有没有可能你帮他弄？因为这里面事实上都在云端嘛，这资料都在云端嘛，可不可能？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了解了，财政资金中心也积极在建置一个财政云的这个部分。那未来报税云好了，那这个是整个财政资讯的一个财政云。那对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应用是非常，我想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哈。那另外一点就是在报税的时候比较。刚才委员所提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大概就是医疗的院所的部分跟捐赠的部分，这是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有时候他，比如像寺庙的捐赠，他有时候是因为寺庙是免税单位，没有资料，他不用去报的啊，所以这一部分可能是没办法。那医疗院所的部分，比如说他如果没有纳入健保的话，基本上他可能也就没办法的。不，最少有云看得到，你先给他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给的资料，可能他的80%、90%了，这个都有，然后他自己再加减就好了嘛。这个都有，这一部分呢、啊，这一部分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做到？这样试算的部分可能还要一些花一点时间呐，因为大概多久时间？明年度可以吗？我们就等于这么长的时间，明年让老百姓就可以，你们帮他试算，包括列举的最有利的给他，他自己再加减，可以吗？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其实去年就一直有在研究，说是不是就那个列举的也帮他那个，还没有搞定嘛。对，那主要是基于我们的扣除额有七大项。那其他五大项大概几乎都比较完整的，可是就是刚才次长讲的医疗，还有就是捐赠。
哦，那医疗的话，很多那个那个就是说这个医疗单位他没有办法把资料给我们，所以我们掌握的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捐赠也是，就是不管是这个公益啦，然后寺庙啦什么，就是说掌握比较少。就是我们帮他试算以后哈，那个精准度其实是不高的。你可以帮他试算以后，给他自己加加减减嘛。我刚刚提到了，哦，就是说明年度我目标，我明年度帮他试算可以吗？全部我觉得已经异化到这个程度啊。老实讲，不需要让老百姓还要报税，还要去找每一个地方的单据，实在是很辛苦了哈。是。那个大家都看到说这个大户欠税啊，300多亿讨不到啊，是真的这样子吗？是指王佑珍吗？不是王佑，对 ，whoever 这个包括全部的哈，全部的有300多亿，不止一个两个而已，全部300多亿，说2017年有一个欠税大赦，有这回事啊？欠税大赦的话，我们目前欠税大赦都是指48条之一，就是说，如果你自己知道，就觉得要来自动补报补缴，是一切的这个处罚都减免，是这个大赦，这个是我们48条之一明文的。那没有另外什么专案的大赦，目前是没有。300多亿追不回来了，我们统计一下，我看媒体讲有300多亿追不回来，有这回事吗？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很多的那个欠税啊。他一旦就被我们在执行当中，他可能就是等于当事人，他可能就把他的财产所得都隐匿出来了，隐匿起来了。啊，这欠税越久，要去帮他执行起来。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啊，欧美有一个网络，那把这个问我，对不起，主席，我把这个问完了。网络勒索软体啊，在台湾现在有署名，卫福部健保署承保组承保资料科的名字发了。两种的一个电子邮件 email， 第一个健保卡加注册密码轻松搞定，第二个报税哦，这个健保卡报税轻松两步骤，这两个基本上就是道地的一个叫勒索软体，就一旦有这个软体之后，你要交钱给他，否则他就把你拉住了，把你锁码。这一部分因为他有提到报税，跟财政部很有关系啊。财政部知道这个事情吗？市长知道，还有或者长官知道吗？我了解，应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他，啊，怎么处理？那我想业务单位来说。我们接到通报之后，哈，有去评估，看对我们这次的网络报税有没有影响。那我们也通报那个各地区国税局。你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因为我时间到了，不要耽误其他的时间了。你给我简单的报告好不好？好，给财委会好了。关于这一部分勒索软体，特别有讲到报税，你们怎么处理，好不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赖世宝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卢秀燕委员。来，卢委员请。主席请次长。哎，次长请。委员长，我今天要提的题目啊，跟这个刚赖世宝委员发言一样啊。公益彩券当初发行的目的，那时候我在财委会哈，当初最主要是要救助弱势，当作他的目的。那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地方政府为什么要给，照理说中央自己分配就好，为什么要给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啊自己本身不够钱，那所以我们提拨盈余给地方政府，他本身去运用。但是这地方政府它本来就应该要有，本来就应该编列，那只是中央再去给它加码。可是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县市政府，它把它混入公共预算，或者是像你刚才所讲的混到基金里面去。那这样子呢，取代它原有应该要编列。假如说这个地方政府一年应该编列10亿的社福基金，它不编了，反正就仰赖你这个中央拨的，就以这个为主，就没有达到我们中央额外挹注加码的一个效果。你过去在台北市政府一年，请问你们拨给你们的公益彩券，你们有独立账户吗？我们有一个独立账户。你们有个独立账户，很好。可是有的县市没有独立账户，它混到基金去嘛，对不对？或混到它的社福的预算里面嘛。所以我立法委员啊，不是光揭弊批评，要能够共同解决问题，所以我提出今天提一个提案，我要求财政部在一个月之内要改革公益彩券盈余拨交地方政府的财务监督办法。你不是给他钱就了事？第一个，
我们要求要独立账户，你不可以混到基金，混到什么你的这个公务预算，不可以，不然就看不清楚嘛。第二个，你也不知道说你地方社府的裁员是不是只仰赖公益财券。如果你有个独立账户，你就知道哦，你这个地方的社会局编了多少钱，那你中央的这个给的这个公益财券盈余又是多少钱。第一个要独立账户，第二个确保专款专用，第三个当然要定期提出使用报告，你到底拿去绑桩呢，还是说自己有什么样的不当使用呢，都应该有的。我们甚至被挪到说做体育发展，那他理由也很堂皇，说因为呢这个体育呢也可以强健体魄，防止残障发生，那这理由也很荒唐。所以呢他本身怎么样使用这些这个盈余分配非常重要。我不晓得你对于这样的一个提案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你采建公益公益财券发行条例的6-3条里面就规定了，就是说各受配机关以基金应以基金或收支并列方式管理应用公益财券盈余分配款，这是收支并列，它就很明确了哈，有收入就同时要支出编列出去哈，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呢，第二项里面它提到就是前项以收支并列方式管理应用者，应于公库或代理公库之行库设立专户储存，所以这个部分委员所提到的应该也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个东西你不反对嘛，对不对？我不反对，但是问题他有没有确实去执行嘛？法里面应该啊、已经要去确实执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求，那然后要定期提出报告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上个礼拜六补班补课，我们的这个股市啊，成交量297亿。创7年新低，新政府上台啊，国安基金你是操盘人，请问当时你在现场吗？上个六补班补课，那你在国安基金的办公，你是政府的基金的操盘人，你有在你的岗位上吗？我在办公室里面。你在办公室，那你当时看到这样一个新低，你有什么反应或是作为？跟我们报告哈，这个当然这个是补上班补上课，所以这一部分呢基本上有一些特殊的因素了哈。那当然、所以你就不作为，你说反正凡事是补课补班嘛，无所谓，是这样子吗？就认定这样的一个数字发生？跟我们报告，因为国安基金已经在事业中的时候退场，对，你不只是国安基金嘛，其实政府公营行库、国营事业都是你在调度投资额嘛，对不对？那所以你有什么作为？当天你有？号令一些国营事业要进场吗？或者是应该要怎么样的加码吗？或者是应该要，还是说无所谓，让它自然发生？其实这是两种思考了。当然我的一个原则啦，就是说基本上政府的一个原则就尽量不要去干预股市的。所以那天你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就是了，包括其他四大基金或其他国营事业等等，你都没特别好。这个观念其实我并不反对了哈，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另外值得探讨。但是我另外想了解，就是这两天很多的网友啊，或者是股市投资人他们反映，因为我们那天是补班补课，所以呢老实讲跟全世界各国都没有开盘，那就我们一家自己因为补班补课自己一家在那边开盘，以至于我们也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那也没有办法反映股市真正的状况。所以有人主张说，我在看到网友有人在讲说，以后这种补班补课这种状况全世界不开盘，只有我们一家在开盘，情形怪异，干脆就股市不要开盘。当然这有正反的看法，你的意见呢？我想我还是尊重金管会的专业判断了，因为这个是金管会的专业这个决策权。但是你坐在里面，你是国家股市的一个这个真正的执行者啊，他是号令者，你是执行者，那你看到那么低，你不会脸上冒冷汗吗？所以无所谓，反正无所谓，那是金管会的事情。跟委员报告，当天那个指数是有点上涨的哈。对啊，但是很低嘛。但是量低，我们是量低嘛。对，量低。那当然，这个东西还值得观察。它是因为补班补课的关系嘛，还看今天、明天、后天这一段时间嘛。如果新政府上台，除了前两天做多让它昙花一现，如果这两天都还继续这样的量低的话，6-700亿、5-600亿哈，如果这个状况的话，你觉得国安基金应该进场吗？国安基金进场有国安基金进场的一个特殊的条件、所以这个部分也要召开。如果量低的话，是不是他进场的条件之一？量低，因为当天我没有国安基金要进场，要召开国安基金委员会才可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这个部分
这个不是国安基金要进场的一个条件、啊。就是量再低，也不是你们进场要护盘的。就是我没意见，我的意思说我要听你的意见，因为政府既然请你来的话，对，那表示说，尤其你是这一块的负责人，次长里面的分配也稳是这样。所以你的意思说，即使量低，也不是国安基金也不需要进场，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量低的部分当然要看什么情况之下，非经济因素我们就会考量。非经济因素你就会考量，譬如说信心不足算不算非经济因素吗？这个部分、啊、基本上因为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条件才能成就、啊、不是说当天马上就可以进去的、啊、我知道了、這個、当然不是当天嘛、這個、要召开会议嘛，對，所以你这个问题答复很模糊。刚才黄国昌委员就说问你动你答 B， 就说老公你爱不爱我，你说你今天穿得很漂亮，我上个礼拜就用这个例子、啊、就答非所问。所以我问你的是，量低是国安基金应该进场的条件之一吗？不是，不是。 OK， 我了解哈。另外哈，我要请教，我上礼拜问过，因为我知道你的任命是由林权院长直接任命，不是徐玉哲找你，你很诚实哈。那这个没什么不好啊。那也有人认为说，这次有很多的部会的次长是接班梯队，包括教育委会就被批评是小部长大次长啊。那这个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每个政党有自己要栽培的人哈。那但是呢，你自己被分配的业务又是财政部很重要的区块，你负责国安基金，你也负责国银行公股行库，你也负责财政部的国营事业嘛。所以我有几个东西我想了解一下，因为这段时间不止你上台啊，不止你上台，那有些人认为说你跟林权的关系是你可以坐上这个次长成为接班梯队的原因之一，也有人认为是你的政治色彩非常的绿啊。那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保持一个公正客观的看法，不需要去听信这个东西，要看你未来的作为。不过这段时间适逢很多公股行库八大行库的负责人要异动，所以有些人就会从你的这个上任来去观察，未来这些公股行库的负责人会是因为政治色彩的正确，还是因为他的专业跟他的经验当做一个拔财的标准？那你是主要的负责人，那请问未来是要以什么，以对政长的忠诚度、政治颜色的正确呢，还是说要以他的专业经验？你有没有自信做到这样的一个公股行库负责人的一个任命，绝对会让大家心服口服？谢谢。跟委员报告，这个部分基本上是这样子，公股行库的任命基本上是部里面跟院里面在共同整体的一个考量那我想部长也说得很清楚院长行政院这边也有说得很清楚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些专业上的考量这个是没有专业考量是第一，然后呢？那有一部分，因为他是已经届临的这个部分，当然是一个因素了那我想这个部分，第二个是年龄，哎，对，年龄。第三个呢？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整个决策都是在部长跟院里面所以不到我这边来。你会有参战权啊？所以你的意思，你完全不会碰，是不是？大家都不用来找你。你的意思是安尼啊，保证跟一定有关，所以拢跟你拢无关系，是安尼哟。你一定有参战权呐、啊。我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讲的，就事实上我可以参与的很少，参与的很少，然后卖催力安尼哈。最后一个哈，你负责公股行库，所以我也特别关心啊。有关于因为过去我们为了要大着恒大去打世界杯、亚洲杯，所以我们对一些公股行库曾经提出很多的这个合并的一个办法哈，有提过台银跟土银并啊，又提过兆丰跟第一金并啊等等之类的。那我想对于你这位负责公股行库的次长、大次长，你对于公公并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想这个是一个就是要不要并的一个问题，就是并了以后也没有忠效出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了如果并了以后没有忠效，基本上我们与其并不如不并这样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财政部里面最大的一个原则你说绝对不会为并而并，它的忠效是最重要，对，有忠效才并，对，不然没有忠效的话就不要并，
对，你这个答复非常明确哈，我是满意的，因为我觉得既然你是由林权院长任命，不是由许部长任命，那委员我再澄清一下，因为那一天你问我是不是可以给我几秒钟的时间澄清一下，那一天你问我的时候，我说你问我的时候问我说你是不是林院长找的，我说是，但是我后面还有一句话，院长问我以后，院长直接问部长，部长同意了我才能进到这边来，所以我后面那一句话委员还没听完就直接这样。你这个有点画蛇添足，部长难道敢说不吗？对不对？那院长的那是院长跟部长问，那是给你尊重一下而已，当然因为签公文要部长签啊，所以给你问一下，你这样会不会，你这样子不是有点很好笑吗？你看为了你的人事，院长还去跟部长说是问一下也好，说是交代也好，对不对？要不然的话许一哲怎么会冒出一个这样的次长来？不过老实讲了，老实讲，你不要有压力哈，你不要有压力。我没有。任何政党有自己的接班梯队是理所当然哈。那第二个呢？最重要，我想社会会是公平的看待每一位政务官他的表现。那最重要是你自己的表现出来的言行，有人要给你贴标签说你很绿，有些人说因为你是院长派，怎么的，那个都不重要。最重要，你未来的行事作风表现出来你的专业，表现出来你的政治中立，这个很重要，这个才会让社会大众心服口服。我对你的期勉了，好，谢谢，好，谢谢。我在那个台北市议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国民党的委员啊，议员要有协助帮忙的地方，我都会尽力帮忙协助，没有所谓啊这个色彩。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洪慈庸委员质询，洪委员，请。主席，我请卫福部姚专委。卫福部来。委员好。你好，专委好。今天的修法其实相当的单纯啦，所以本席想先就这次的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跟回馈金的部分哦，跟卫福部这边做一些社福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讨论哦。那首先我先就盈余的部分哦来就教一下哦。目前呢，这个盈余哦，它的一个分配，地方政府是50%哦，那健保是5%。那国民年金是45%，那去年有335亿的这个盈余哦，那其中当然地方政府它照比例去分配的话，它是分配到168亿元。好，那这些经费的使用，其实这笔经费也不算少了哈。那这样子，地方政府在使用上面，它是全部都由地方政府来决定吗？还是说，卫福部或者是监理会这边有做一些审查或是一个控管的一个机制？跟一下啊，其实我们目前的公彩盈余的分配，当然是直接从委托的银行直接钱就不拨到地方政府去。可是我们每一次的由财政部所召开的公彩监理委员会，其实都会来检讨地方政府对这些货配的经费是不是有真的用在弱势的民众身上，像妇女啦、身障老人、儿童，甚至低收等等的这些对象，我们都会。所以是事后的一个检讨嘛？对。好，那因为本席去看了国库署的这个网站的一个资料哦，这个盈余的一个运用的统计哦，那各项的一个社会福利的分配，其实我看起来我觉得落差是蛮大的哦。那而且它每一季的比重也都有蛮大的一个落差哦。那就我举个例子啦，今年的第一季的执行状况的话，这个身障福利占了55%，那社会救助占了22%，那去年的第四季呢，身障福利是38%，好，那老人福利是29%。那儿少福利是13%，那去年第一季呢，身障是51%，社会救助是
16，那儿少是12，老人是11。好，那除了妇女的一个福利稳定的比较低哦，是1%到2%之外，其他的这个项目哦，其实它的变动都比较大的。那你们在事后的这个检讨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有去了解一下说这些经费的运用，它是不是都是用短期？各地方政府啊，他们在使用上面是不是短期一次性，然后都没有做一些整体的规划，导致说它这个比例哦，它每一个就是每一季。跟每个项目的变化是这么大，原则上哦，其实我们公彩云鱼的自用项目是在地方的既有的预算之外，他觉得他在提供一些社服业务的时候比较不足的部分，就利用这个公彩云鱼来运作，所以基本上是会尊重地方政府，他对于他就地他所需要的社福预算的一些调控啦。那的确在这几年来一看，那比率的确升涨所需的经费是相对比较多，而当其实我们公彩云鱼其实一开始的发行也其实大多是针对升涨，所以我们经销商也都是以升涨者为主这样子。好，所以其实你们也也不会去过问，那也不会去就是只要真的有用在我们的弱势民众身上。Okay, 所以就是地方政府他要怎么样去使用，他哪里缺钱，他就把这个钱拿去补哪里的意思。好，那其实这笔经费它不是说每年都是一致的哦，他会看整个盈余的状况去有这笔钱哦。但是这笔钱其实对地方政府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在推动这社福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裁员的一个来源哦。那我觉得比较关注的是说它的在稳定性这个部分的问题哦，因为如果说其实我现在景气不好，这个彩券的这个销售可能状况也就比较不好，那预算少的话，其实政策的推动就有可能会中断。那我不晓得说卫福部这边哦有没有去了解或是研究过哦，就是这样的一个经费到地方政府之后啊，他们用在就是持续性的一个就是社福的一个政策上面的一个状况，就是他会不会有一个政策他本来是希望推动3年，但是他结果他的钱不够，他只推动了1年，然后后面那2年就中断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个实务上的执行，我就请我们市家属。好，请同仁。委员好哦，有关委员关心的，他可能是常态性的义务要照顾弱势的基本生活支出那一块，其实我们要求是要以公务预算来编列。所以公彩盈余它主要是在补充不足或者是扩增量能的部分。那地方上在运用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有一些剩余的经费。好，那现在公彩盈余虽然它随着彩券的销售可能它不那么稳定，但是长期来看它还是一个慢慢在增加的一个趋势。那再加上之前有一些运用的剩余，所以目前地方在运用上暂时没有您说的那个担心可能财务会有短缺的情况。OK， 好，那我大概了解这个状况哦，就是他们这笔钱就是不会去做长期的规划啦，就是有动他就拿来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再来我要问的是这个公益彩券的这个回馈金的部分哦，这回馈金现在目前一年大概是27亿左右，对不对？好，那卫福部也拿走了大多数，对不对？好，那从104年到106年啊，大致上我看到大概是都在21亿左右。好，所以其实卫福部拿走的这个回馈金的部分是蛮高的嘛，这样的数字应该没有错。21亿是分配各部会的总数，好，那分配到卫福部的部分，办理社会福利大概是11到13亿。11到13亿。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哦，11到13亿哦，跟103年度之前，好，103年度大概看你拿到多少的这个回馈金。因为在上一届的回馈金只有二十点多亿，那新的一届是27亿，所以有卫福部在104年开始，新的一届有拿比较多，对，所以是拿比较多嘛，哈。那我现在就要问到哈，从其中哦98年就开始推动的协助弱势族群排除就医障碍补助计划，这个计划呢98年编了8亿多，那99年到103年编了3.5到4.3亿，然后104年到105年只编了2亿。好，
这个部分我要讲是我之前在审查基金的时候，你们的说法是说，这一笔回馈金呢被其他部会分走了，所以呢没有办法去编。好，那所以呢要我提一个主决议案，最后我们改的提这个主决议案，没有去删你们的预算哦。但是呢，这样子你们的说法是说你们的回馈金是变多的，并没有变少。好，但是当时候你们这个业务单位哦，告诉我们办公室跟告诉本席的这个回应哦，是说你们钱变少了。好，那我就要问说哦，这当时候给我们的解释哦，是乱回还是刻意的在欺骗本席？哦，跟委员说明一下。虽然，当初我们的回馈金哦，从20亿调增到27亿，可是，就我们社福这一块所分配到的，虽然也稍微大了一点，可是因为就我们卫福部内部来说，又有几个单位要分配，所以呢，其实以社家属来说，他的确他获配的一个整个社会福利的。额度 是比较大，而我们在做健保的这个协助就医的这一块，可能经过委员，因为其实也是有委员的审查的结果，会认为说，其实其他的社福的业务这一块更需要投注多一点的经费，所以相对的我们就稍微额度会被减少，所以只是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 是比较少一点， 并没有说，前后不一啦，就我们额度真的有。 好，我不管哦，当时候你这个业务单位哦是怎么跟我说的啦，但是由我们这边的理解是说，其他的部会把瓜分了你们的这个预算哦，所以我们当时候才同意哦那一笔预算哦的一个通过啦，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沟通哦，委员都是可以沟通的，那也请麻烦哦，就是叮嘱所有的业务单位哦，不要用骗的哦，那要把详细的状况清楚的说明哦，不要就是随便说一说，然后我们后来看资料才发现说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说法哦，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沟通很不适当哦，那。会后我也想请卫福部哦这边提供哦近5年来这个回馈金跟盈余的一个分配明细给本席。好，那请尽快。好，以上，谢谢。先宣布一下哦，等一下那个余婉如咨询完，我们休息哈、哦，休息几分钟。哎，王龙章委员可以吧？哈、哦，可以哈、哦。好，那现在请岳源咨询了，岳源请。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同仁，大家好哈，请苏次长备询。哎，次长请。喂，你好，次长早哈。我有些部分想要请次长来，好，我们来对答一下哈。OK。好，下一页，好，请问一下次长。这个上面这两位是叫什么名字？一个是李董事长，就是台湾金控李记住李董事长，一位是土银董事长吴当杰吴董事长。好，那下一页，那这两位嘞？一个是张云的董事长。不要打 pass 哦。另外一个嘞？台气银。嗯哼。台气银的什么董事长？然后叫什么名字？朱振鹏。台气银董事长是朱振鹏，张云是廖灿。张云。张明道，对不起。好，下一张不要再打 pass 哦。好，下一张，嘿。我第一个是华南金控，是我一直徐光熙，嗯哼，董事长。嘿、hey ，那这个的话是兆丰的，应该是代理董事长嘛？叫什么名字？我还要了解一下。好，再下一张。第一个是第一金控的蔡庆仁董事长，那再来是。彰化银行的何库，
应该是和库啊，和库的董事长啊，大名，廖灿昌，廖灿昌应该是廖灿昌，是好，谢谢次长哈，还不错啦，给你大概80分哈，不好意思，有几天没有回答出来，那为什么今天我想要就是请次长来跟我玩这个，不是玩，就是来这个测试哈？主要原因是想要提醒一下，财政部不是只有税，好，我们还有很多的公营行库。好，那这个部分其实过去以来问题不少，好，主要是一些体制上面的一个问题哈。好，下一页。那就我目前了解，好，金管会它4月底公布，好，我们这个整个国营好国内银行。整体预放比是 0.28， 但是国营中国分行的平均预放比高达 1.21%， 创一个新高。然后再下一页，那就我知道是说，中国的预放主要来自两件连带案，其中包括中国的福斯特纺织，还有一家台商工具机。那中国福斯特的连带案有18亿元，8家国营参贷。有些余放是挂大陆分行，有些是挂国际金融业务分行，就是 OBU 的部分。另外还有2家民营银行尚未列报余放，台商工具机的连带金额是9亿多元。目前在中国设有分行的国营有11家，好，到4月底止，有放款余额的有9家，其中有5家是公股银行，就是我刚刚这上面的这几家5家公股银行，包含土银、台银、和库、一银、张银等5家公股行库。那我这边是想要请问，就是说虽然银行是金管会管的，但是呢我们财政部是这些公股行库的大股东，那对于这样子的公股行库集体踩地雷，那你们有没有去追究为什么？这个部分哦，因为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台商的这个贷款款啊。那这一部分，我想未来哦，因为部长也要求，就是说公股行库未来在每3个月要跟部门报告他们的这个业务概况啊，所以未来我们会持续就是每一季啊，跟部里面的报告情况，我们会进一步去了解啊。只是报告吗？没有其他做法吗？还有其他可能的做法吗？我是不是请啊？我们在政策上可以要求。过去我们财政部嘛，吼，就是设定了这个董事长的席次嘛，吼，由我们来指定，我们来推荐，然后由行政院审核嘛。那指定之后，我们就是放着不管嘛。到底我们的经营绩效是怎么评估的？风险怎么控管的？这个大股东有没有什么想法？跟委员报告，其实对这个各公股的董总，我们都有一些绩效评核的办法，对他是不是任，我们都会有在管控。这个答案太官方、太自私了。好，我们其实都知道公股银行的体制是什么样子。那现在面对，我再提醒一下，我在面对数位金融、FinTech 的来袭。好，我们不只是民间的银行存活非常的辛苦，还有公股银行。那接下来的人事，好，非常的重要。好，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对于人事的部分，好，尤其是现在目前的经营者，因为即将可能要有一些调整，好，现在待调整的位置很多。面对现在的经营者，我不知道目前财政部给这些人多少分数。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哈，现在目前的公股事业的这个人事调整，我们基本上是分阶段来调整。第一个是针对已经出缺的，再来就是已经届龄的，再来就是说任期届满的。那这一部分会逐步调整。我了解哈，分批嘛。可是我问的问题不是在问分批这件事情哈，因为有一些委员会说啊，他们的经营绩效非常好哈，希望我们新政府上去不要换嘛。但是我今天就要提出来。我们的公股银行集体踩地雷，好，经营绩效到底怎么样？财政部怎么看的？我想这一部分我没有定论哦，我这没有定论。这一部分，我想在这个新政府在任命的时候，我想一定会纳入考虑啦，是，一定会纳入考虑啦。好，了解哈。那我只是想要请这个财政部次长这边要真的要注意哈，财政部不是只是税的部分，我们公股银行的体质怎么改善？好。
重点是在于说，既有的公股银行，你看办公股对不对？好，然后一边是民营的部分，这个本身想要创新就很难了，想要冲业绩就很难了。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于人，这个人能不能当当，能不能创新，非常的重要。也希望你们在选人选的时候，真的要慎重考虑。以上，谢谢。谢谢。哎，我们休息五分钟哈，大家上个洗手间，我们再继续哈。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哈。等一下，如果点名到上台的官员哦，不必行礼了，直接就上台好不好？哈，哎，因为我们一开始大家都已经有见过面、行过礼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请陈怡明委员质询，陈委员请。谢谢主席，我们是可以请那个财政部的苏次长。来，次长请。谢谢。委员好。哎，早。公益彩券哈，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就这个盈余的分配哈，我根据下一章你们提供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说大概50%。其实是要提供给地方政府办理社会福利及慈善的活动，有5%大概是要挹注到全民健保的一些准备金，另外呢45%其实要供政府一些单位来补助国民年金，来用于老人、儿童、妇女、原住民、残障人士以及各县市政府办理各项的救助以及福利的业务了。是，那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的次长，公益彩券如果给地方政府的项目，是否仅限于社会福利的支出？基本上是，基本上是。对。那你们在财政部的网站上面有一个透明公开的一个平台，可以很清楚的秀出来你们的分配的那个金额吗？有，有，各县市有嘛，对不对？对。但是各县市在往下去做分配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各县市在往下分配的时候也有了，也有吗？对，那在哪里？是在你们的财政部的网站，还是我要到各县市的社会局里面才看得到？在网站，就我们财政部网站可以连接到各县市的，连接到那边去看。对。对，那我问一下，那如果是一个 NGO， 一个民间组织，他要跟你申请钱的时候，你们也有一个列表，说明年可以就是今年度有哪些经费可以申请，还是都必须要再到各县市的网站去找，才找得到那个项目。这个原则上是这样，因为这个公益彩券你有50%分配到各县市，如果 NGO 要申请的话，一定要到各县市去申请。去申请。对。可是你们没有会诊嘛，对不对？所以很多的 NGO 他们那个负责人如果要去申请的时候，他就好像要去捞鱼一样，他就好像要去藏宝一样，寻宝了，不是藏宝，寻宝，他要去寻宝，他没有办法一目了然的知道你他要申请的这个项目到底是藏在哪里，那这样子其实会有失我们这个政府的美意啦，对不对？我们当初发行这个公益彩券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分配下去以后给各地方政府，就各地方政府以及通常就是他们的社会局去那个，所以你们就不管了？不是不管，就是我们会后续的考核，但是就是他社会他地方政府的那个，可是你们要从 user 的角度去思考嘛，是谁会去申请这笔钱嘛？很多的社福机构会去申请嘛？那他去申请的时候，社福机构很多都是全国性的机构啊，那他到各县市去申请，他还要去看他们的资料，其实这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请看下一章。那你们在运用的原则说要增进社会福利啦，不可替代的公务预算啦，也要鼓励创新跟一些实验的东西嘛，那你们考核的依据呢，你也是有一些标准。请看下一章。那我请教一下次长，像这样子的一个刊物，这是由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使用你们公益彩券的回馈补助金，在最后这边就有写到，好，印制的一本叫做《小于18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好，这个儿童版。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宣的东西，跟要促进认识联合国公约的东西，为什么可以用公益彩券呢？的这个盈余，这不是很奇怪吗？这不是应该他应该用公务预算，应该是文宣品，应该是社家属的公务预算去支应，为什么可以用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来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委员，这部分我是不是请卫福部说明？可以，卫福部的司长是吧？好，对不起，委员好，我是卫福部社家属的科长。那您提到这个是那个应用我国
就是配合儿童权利公约哈，对，因为儿权公约在国内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你们没有，我知道那是你们没有预算来做这件事情。我们每年都有争取要请征额度外去编公务预算，那我们也编了一些。那回馈金的部分，我们是用在宣导的部分。但是你用公务预算宣导，你现在钱不够，那你要用就彩券的盈余的钱来印这个东西，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在财政部这边怎么知道说你们是编的不够，还是你根本没编呢？你是不是应该有个 justification？ 就是你要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应该要先有一个说明，或者是你有把资料提供给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单位财政部这边吗？至少要做个说明嘛，否则其实原则上是不应该用的嘛，对不对？对，跟委员报告，回馈金的部分呢是，财政部在年初就分配给各部会了。那我们各部会如果要自己要用这笔钱，我们要写计划，我们一样跟地方政府、跟民间团体一样，所以你们有写计划说要印这本书，那这个计划是财政部那个同意你们用回馈金的钱来印这个东西。这个计划是先在我们卫福部自己的公益彩券复审小组里面，包括民间团体跟外界的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审查。那是不是可以请你把委员会的名单提供给本席做参考？没有问题。我想这个监督的机制里面，我们很重要就是要透明公开了哈。好，下一章。那在地方政府方面哈，本席也发现有一些状况，然后以高雄为例了哈。我们那个高雄市的市议员郭建猛哈，在上个月有个质询，他觉得说这个高雄市社会局在过去五年呢，他违反高雄公益彩券基金管理条例，挪用公益彩券盈余近15亿，然后来填补公务预算的这个缺口了哈。那这他用来做什么使用呢？他用来支付一些法定编列的什么低收入户家庭及儿童、高中以上学生生活补助、身心障碍者的辅具的这个什么生活啦、教养费的补助。那其实这些应该是高雄市社会局他自己要编公务预算来指引的，但是他们都挪用过来，过去五年挪用了将近15亿元，好，在做这些东西。那其实这个就有点是反客为主了啦。好，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是应该要让 NGO 来申请嘛，应该要用在社会辅助一些没有办法达到的项目嘛，结果变成是用到了我们就是社会局本来就该做的业务上面。次长，你觉得这样子合理吗？包文，这个公益财政营运的自用基本上都有，它有一个机制的。那实际的这个分配，那你们有在做监督嘛？对不对？我们刚刚有修出来，你要做监督嘛？那你们在监督的时候，如果他要挪用这个钱来做公务预算不足的部分，你必须要提出说明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说他不完全不行，但是他一定要每年有编他的公务预算来支应不足的部分，是有什么原因，所以要来用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好不好？好，所以市长是不是可以答应我，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这个部分应该是卫福部他做考核的部分，是不是请卫福部来答复？好，那我们就请卫福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一个考核的报告，是一个月内提给本席。跟委员报告，高雄市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六项法定的现金给付，其实我们是有规定地方政府的自筹比例。就是说他的公务预算要自筹比例，所以我们会依这个自筹比例去审查每一个县市的编列。那麻烦你给我一个报告。好的，好不好？好，下一章。所以这种公务预算发给地方以后被挪用是个普遍的现象吗？不管是在教育部啦、卫福部啦、保险司啦，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市长，因为你是主管嘛，对不对？你发钱给他们，那他们如果有挪用的状况，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个解决的方案？否则这个就有失我们政府的美意啊。对，跟委员报告，这个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到地方政府，就像我刚才在答复委员的所提到，就变成他们的事情了。不是，就63条里面，他一者要放在基金里面，一者要收支并列。那收支并列的时候，我们要求他要有一个独立的账户在那边哈，所以这个部分是他的预算处理原则，大概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未来我们在考核的时候，如果发现他有挪用的情况的话，未来我们就是依据这个机制，我们会扣他的这个所谓的会扣他，对，是打折。打几折？那你这样子不是
不是等于惩罚我们的民众吗？就有那个惩罚到政府啊，因为这个钱是要给我们的那些社福团体的去申请的嘛。基本上就是由监理委员会来决定，看看要怎么我这个甚至这个惩罚的机制也应该稍微讨论一下了，好不好？不然到最后其实惩罚到的是我们的民众了，需要钱的，请看下一张。因为看哈，其实另外哈，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议员哈，高雄市的议员唐惠美哈议员，我们都称她公主了哈。她也是最近也是有反映出来，你们这个公益彩券给这个部落的食堂一餐的老人补助才30块耶，30块能够吃什么？就吃稀饭加面条加罐头，其实是很惨的一个状况哈。还有呢，每间教会补助20000，好像一些聚会所都已经用的其实是有很多的状况。所以我的建议是说，你们现在补助好像都是到地方政府，你们有补助给原民会吗？有没有透过原民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补助？在回馈金的部分有，回馈金的部分有。对，好，所以其实，在公益彩券的回馈金会补助到原民会。盈余的部分要看它的社会支出的项目，没有盈余的部分是没有了。盈余的部分没有。对，但回馈金，所以有没有可能可以增加原民会为受补助单位？因为其实很多的原乡的问题不是只是我们的那个地方政府可以解决的嘛，原民会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科别哈，他们其实也是有在做很多的这个辅助的这个补助的一些，而且这是跨越党派的啦，这个我觉得这个原乡的问题必须要另外去通盘的考量，所以公益彩券的这个盈余是不是有可能可以由原民会也能够有部分的预算可以做分配？我想委员的建议很好了，但是因为那个分配下去以后，有各县市地方政府，我知道，但是他也会对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支出也有一些补助。我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小英政府，我们小英总统也有原住民的血统。他很关心原住民的问题、原乡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检讨公益彩券的使用嘛。所以本席好，请这个次长回去好，是不是可以好考虑好在修法上面把增列原民会是受补助的单位之一。好，那最后好，请再给我一分钟。我们公益彩券的盈余分配呢，资讯应该要公开透明。公益彩券的透明程度不足，也至于呢，以至于这个社会各界未能够清楚了解，社福团体也未能够依据所需得到补助哈。所以本席建议了，财政部本于职责3个月内，是不是可以成立一个网站，或者于现有的网站公开透明揭露公益彩券回馈金的总额、分配的流程、相关会议召开、人民团体可以申请的各项补助方案列表。一些各项可以补助的资讯，我想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全国的人民团体可以申请的团体，他们可以一目了然的可以来申请你们的这个经费，这样可以吗？好，谢谢委员，这个目前都已经有在做，那我们回去会检讨，如果要加强的地方，我们也会再加强。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接下来请王龙章委员质询，王委员，请。主席，麻烦我请我们苏次长，好，哎，次长，还有我们国库署阮署长，署长，哎，谢谢。委员好，次长早，次长，我想请教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委员谈了很多我们公益彩券整个发行啊、营运啊等等的问题，我想请教您。就是说，是不是清楚？我们公益彩券回到源头，我们发行的目的是什么？公益彩券最发行主要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用来挹注社会福利的这个。是，就它的结果来讲，希望就是说增加社会福利经费。对。的这个部分能够有所挹注。对。好。对。也就是说，除了吃正餐以外的话，希望再增加一些有点心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目的。从他的就是说发行好经营销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希望能够提供弱势者
好，那三类的，包括就是说身心障碍者，包括单亲的低收入家庭，还有我们原住民的工作机会。好，那就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想请教次长，如果次长您刚刚任业务还不熟的话，那是不是就署长来回答？就是说，就现在来讲，我们一个投注站，好，我们一个的投注站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每一周的工时是多久？我们规定的，好，我们规定他一定要开机的时间有多长？这个部分是不是请业务单位回答？好，业务单位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是扣掉，就是就医跟使用的时间了，所以一个如果每一天的話，我们分成规定时间跟自由时间。十规定时间有多长？每一周？每一周，如果组长不清楚，那个是我们业务同仁来代回答，基本上十点到晚上八点的，十点到。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礼拜一到礼拜五，对，十点到早上十点到晚上八点，但中间一共多少小时？多少时间？或者是就业时间？对，这个时间里面是一定要开机嘛？对，对不对？好，这个里面是一定要开机的时间，这有多长？十个小时。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这样子就还不加上六日，这样子的话就五十个小时。好，我们现在要求就是周休二日。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我们是四十小时的工时，好，每一周是四十小时的工时。我们现在要求，好，这一些所谓弱势者，主要以身心障碍者为主，好，但超过八成以上的投注站的这个部分都是身心障碍者经营。我们要求开机营运的时间要这样子，好，要五十个小时。那另外还有自由时间，好。看来署长不是很清楚，我也告诉你，就是说一共六十九个小时，好，加起来的话，我们每一周要有119个小时，好，你讲就是说自由时间可开机可不开机，可营业可不营业，但是，好，署长，我们有定下来最低的，就是说业绩啊，好，是不是？我们有定就是说最低的业绩嘛，好。在六都的这一个部分，直辖市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是四十万，每个月营业额要四十万。好，那种种的，就是说的情况来讲的话，我请问叫市长，好，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有业绩的压力，而且还有同业竞争的压力，同样就是说彩券行竞争的压力里面，我们的投注站事实上在超时工作。市长觉得这样子的规定合不合理？这是我们发行机构定下来的规定跟要求，要求我们的机构切结要做这样子的营运，这样子合理吗？基本上我们当然是目前是有这样的制度没有错，但是我们因为彩券这一部分哈，因为有一些特别是有些身障的一些朋友啊。他们有时候有，我们也是考虑他们的需求，我们有代理人制度，有雇佣的制度，所以他不是说因为你要求这么长的工时，所以不得不有代理人。那代理人的这个部分又恰巧成为人头的一个漏洞，不是这样子吗？你也知道，好，你们也知道，不可能要人家这么长的时间工，而且全。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每一天礼拜一到礼拜天都没有休息啊，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二点，通通就是说是开机的，好，就是我们的网络是可以连线，随时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都可以下注。那在这样子的情况里面的话，我们觉得合理吗？这个，组长知道我们现在平均好投注站营业的时间有多长？你们有做过调查跟做过了解吗？实际的，委员的意思是说实际的，实际上面，我们目前是还没有，可能我们还在了解这一部分，我们是事后我们再提供给委员参考。所以你们其实没有了解过，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求我们来做了解，好不好？我们来分析，这里其实很重要的是，好，台彩公司的那个部分的话，它开不开机，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时间了。
这个部分必须要合理。我们也希望在这一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是这些经销商，无论他是不是障碍者，在可以就是说身体体力等等可以负荷的范围里面，他必须要是合理的工作时数、合理的工作时间了，哦，而不是，哦，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有种种的规定了，好，一旦被取消了，就说资格，他所有的投入事实上是血本无归的，除非在他在前面就是说赚很多，我们又有最低的销售的要求、营业金额等等的，就是说要求，我觉得作为主管机关，我们不能够放任我们的发行机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压榨这一些弱势者的体力。市长，您同不同意？因为报告，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回去会检讨，但是也要考虑到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开机的时间跟他的这个销售量的问题的，这当然是可以去检讨的。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财政部作为主管机关有责任，然后也有义务在这里面去做相关的就跟分析，不能够去压榨我们这些弱势的经销商。他们在就是说体力上面，在时间上面，我想这个原则你们可以同意吧？可以。那我们根据数据以后，我们回去再做检讨。好，那我要请问署长哦，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认为就是说经销商人头的问题严不严重？其实因为你们很长的工时的要求，所以就必须要有代理人等等的，就是说制度。那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里面的话，它其实有相当的漏洞存在。这个部分我告诉你，就是说其实我们 SI 公司的业务员非常的清楚，但是站在业务员他也有业绩压力的情况底下，好，有连锁在经营的，然后等等的这一些情况，那然后聘用的情况，然后甚至于违规用促销折让等等的就是说方式，其实我们的业务员都非常的清楚，但是业务员为了他本身业绩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其实没有落实在执行。好，您回答，请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部里面一并做相关的了解？好，让真正有需要的，如果是这三类的，就是说弱势者，真正的就是说在经营，而不是被借牌，而不是发展成为所谓的连锁的投注站，这样子可以吗？是这个，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两点，我先两点补充了哈，就是第一点呢，就是其实这个工作时间啊，跟他的这个，因为跟他的收入，其实啊，这个是一个要权衡的问题啦。因为有时候你如果说要限制他的工作时间，可能他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这个是要去考量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署长，我不想浪费时间再跟你谈这样的问题。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其实不应该定劳基法，是不是？我们劳基法里面的就是说工时等等的，就是说限制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有希望能够赚钱的人就尽量工作嘛。好，无论他是被强迫的，还是说他自愿的。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放在我们的经销商的身上也是如此。最后一个部分的话，我想刚刚很多的委员都在谈到，就是说我们的盈余是不是有被挪用，我们的彩券的回馈金的这一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有被挪用。本席从彩券发行开始就一直参与相关的就是说盈余分配等等监督的工作。我们现在的情况里面，依照我们的标准来讲，事实上没有所谓的挪用。我们最大的问题是被替代。刚刚讲彩券盈余，我们希望在正餐以外吃点心了，但是现在吃点心的钱被拿来，就是说吃正餐。这不仅在地方政府如此，在我们的中央政府，在我们的卫福部，好，在我们的就是说原民会，在我们就是说包括在我们财政部的这一个部分来讲，通通都如此，而且你们没有基金，没有专户储存，你们所有受配到的盈余分配剩余的这一个部分的话，就通通缴库。好，在这样子的就是说情况底下的话，其实好，我们现在讲说有考核，104年最近一次的就是说考核来讲的话，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特优，3个优等。
那在这里面的话，就是他已经没有鉴别度。好，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事实上是被替代，也就是说，原来法定要编列的预算没有编列了，他用采公采盈余，特别是我们的回馈金，刚刚就是很多委员关心补助团体啊，好，补助团体明年度的计划，明年度要申请的，明年度要申请的经费跟计划，必须在今年度年初就要提出来。这个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好，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要求。在年度之初的话，就要把明年度执行的，就是说计划提出来。这样子的问题跟状况，本席希望财政部在这里面的话能够做检讨。好，过去所犯的错误，所做的做不到、做不对的事情，对新政府来讲的话，应该要有所改变了。这才是民众就是说政权轮替主要的用意跟目的，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想委员所提到的问题，我们都会带回去重新检讨。谢谢。接下来请陈赖素梅委员质询。陈赖委员，请。我们的主席，我想请次长。次长，请。委员好。嗨，你好。在我们今天谈的公益彩券的盈余当中，其中有一半是地方政府办理社会福利的一个支出的使用。那除了这个使用之外呢？公益彩券的公益还包含销售端，请问我这样的叙述正不正确？包含销售端。 对， 对，目前公益彩券经销商的申请分为两类，有所谓的甲类跟乙类，对不对？对。甲类是传统型的，也就是立即型的销售，限定是身心障碍者、原住民及低收入单亲家庭。那另外呢，从事乙类电脑型的一个销售，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身障者以及原住民，还有低收入单亲家庭，也可以就成为优先遴选的对象，这要参与抽签的，对吗？对。那对于整个彩券的机制这些要参与抽签的这些经销商，也就是我们政府提供给他弱势工作机会的思维，这个本席是非常赞同的。但是呢，针对我们国家发行这个公益彩券作为公益的时候，那么它的背后呢，还有一些漏洞。您知道这些漏洞是什么吗？我了解的大概就是第一个就是人头的问题吧。人头的问题，因为经销商的名额是有限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在坊间长期传出用有集团是以系统性的方式来吸收这些有申请资格的弱势，成为他的人头。那么呢，参与这些的人头，他们中签的几率比较高。那相对的会怎样？会影响其他的散户，他们真正想要经营这个行业的人，相对的就会剥削到他们的工作机会，对不对？是。那您既然已经知道有这种现象，但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提出相关的一些对应政策？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业务单位先回答？好。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为了要避免就是防堵这个您说的是真正有需要工作权益的人反而没有工作机会的问题，我们有责成发行机构就是要针对经销商就是要确实去查核，就譬如说像目前就是每个月就要去投注站去查核两次，那针对立即型就是刮刮乐的部分呢，我们三个月就是要实地的去查核，这样子来防堵就说您说的可能就是有一些只是可能是借人头的这个问题。以上。那坊间我们所知道的产生这样的问题的非常多哈，那依照我们现行的公益彩券管理办法是有规定嘛哈，
经销证是不得转让、直借或者出租他人使用。那第十九条除了这些之外，也不能够、以合作的经营、共同出资等名义。但是呢，这也产生问题啊，因为很多的弱势，你经营乙类的那个电脑型的销售，他们的店面的一个装潢设计那些，还有很多包含我们要去领取这些彩券的时候的资本要比较大，对于他们这些比较弱势的，他们如何有这些钱可以去经营呢？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针对就是可能乙类经销商可能要承租店面有一些固定成本的创业资金的部分，目前劳动部或各地方的劳动局都有一些就业贷款。那针对女性的部分，还有一些什么就业缝就是小型微型贷款的部分，所以可以帮助这些经销商来就业一下。好，那刚刚我询问到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真正需要想要去抽签，想要自己去经营这个，反而去抽不到，但是呢，变成一个集团在一个垄断的情形之下，一直以来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刚才讲说你会去每个月几个月会去稽查一次嘛，哈。那我想呢，正如本席刚刚提到的，公益彩券的发行初衷是公益，也就是要真正让需要的人去经销这个公益彩券嘛，哈。那我想请问一下，身为公益彩券发行机构的企业，必须要善尽什么责任 ？CSR 责任，也就是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包含我们的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人权维护以及我们的社会公益等等。那作为社会上企业的表率，这部分，请问财政部您同意吗？我想这个企业社会责任呢、是全球的趋势啊，现在公司的治理啊。里面呢、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是企业社会责任。那请教，目前我们台彩自2007年开始被赋予发行公益彩券的责任，而对于台湾彩券公司是否善尽台湾的社会责任呢？财政部对于相关执行的状况的掌握如何？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署长回答？好，你要快一点哦，时间有限。跟委员报告是，目前这个中国信托他们都有做一些 CS 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活动啊，比如像这个关心这个弱势的这个家庭跟儿童等等，这些都有在做了。好，好，那都有在做。我想是否说能够会后提出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执行的相关资料给我一份哈？是。那因为本席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台湾最近爆发所谓的黑心油等食安的，以及环境污染的公安事件很多，因为企业的丑闻使我们的股价暴跌，面临求偿，公司信誉受创。可以发现 ，CSR 是企业永续经营的重要指标。从今年的5月28日哈，我们台北大学 CSR 研究中心公布一份资料显示，台湾的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投资是我们亚洲国家是最低的哦。您仔细听哦，譬如2013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企业就投入超过150亿美元在这个部分，而台湾的企业仅投入7亿元的美金了哈。这样的悬殊实在令人很惊讶。所以，如果公益彩券是发行是真正是为了那个我们的公益的形象，那被授权发行的机构如果不能作为表率的话，那我想，我们政府发行这个公益彩券的初衷是违背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财政部能够积极对此做一个监督的行为，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会做。那另外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金管会我们的那个前主委针对企业在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我想能否，他是讲了哈，能否比照投资抵减给予赋税的优惠，但是呢，当时因为赋税的减免是财政部的职权，金管会未来可否考虑跟我们的财政部跟金管会好、可否考虑哈两个做一个沟通，对于我们目前这一项的业务的处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共识。财政部长，您的看法嘞？
跟委员报告，我想这样子啊，因为第一个就是他那个 CRS 的支出，基本上就是在营利事业所得税时，它是费用支出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另外一个就是是不是要给特别的这个费用抵减呢？我们我想我了解以后再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涉及到租税减免的问题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因为政府的财政本身就不好啊，那减税的话，基本上会有一些财政影响到财政的健全。不过我们会了解金管会的想法以后，我们再来检讨。那今天早上我们很多的委员都有提到，就是说针对我们这些彩券的盈余的部分的分配，我是想说这个部分是一定要透明化的，因为不要变成在我们到地方政府的时候就很多的没有用，没有落实在我们的那个社会的那一个公益的一个支出项目。我想呢，我们这个公益彩券的发行，针对的不管是我们的那个盈余的分配，针对着我们是否落实我们真正的经销商是落实这些弱势是真正的他要用到的这个部分，我想这些已经那么多年了存在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始终看不到我们财政部这边好有拿出什么样子的政策让这个政策而坐视不管。我是觉得说这样子对我们台彩的发行的那个意义就失去了。谢谢委员，那个公开透明的部分资料我们已经都全部在国库署的网站上面都可以查得到了，那后续要精进的部分，我想我们会要求地方政府全部啊，就说能够公开，尽量公开，好，那让整个资讯透明。好，谢谢。好，再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咨询。蒋委员请。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各位行政部门的各位长官，是不是可以请我们苏次长？委员好，次长好。我想今天讨论我们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的修正草案，我想基本上没有太大争议啊，没有什么问题。那前面也很多委员谈到，就是关于盈余分配的部分，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在质疑说我们50%的盈余分配哦，给地方政府用作社会福利支出这一部分。那刚刚几乎每一位委员都有点到这一部分呢、啊。那听下来，我想次长是不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个承诺？刚你也简单答复，就是说希望公开透明。那这个署里面的这个网站上，可是我印象中是没有特别能够找到这样的资讯，是不是未来可以在有一个专区哦，更清楚的，然后我们中央部会这边也可以要求我们地方政府哦，确实的做到整个资讯开放、资讯公开的部分。这边次长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个承诺？这个应该没问题，因为现在网站上面都已经有了啦。那至于地方政府的部分，因为地方政府这个社会福利支出的部分主要是卫福部这边来主管，那未来我们也会跟卫福部这边互相合作，要求地方政府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资讯做公开。好，那我想接下来就是说再请教次长，那关于公益彩券这个2016年我们有定一个年度的发行目标哦，是1180亿，那到三月底，今年三月底累计的销售金额是252亿，那年度目标达成率就三月底大概21%哦，那相较于去年同一个时期哦，衰退了20.65%，所以这部分呢、哦，这个我们知道公益彩券它根据这个相关的规定哦，我们盈余是要补助国民年金、全民健保，以及分配各地方县市政府做社会福利的支出，所以这部分影响非常重大。那今年度哦，到现在我们到三月底第一季，相较于去年是衰退哦20%哦，所以这部分我想请教次长，目前哦我们公益彩券到可能上月底吧，销售的状况是如何？跟委员报告，我这边的数据啦，到四月底哈，总共一到四月的话，总共销售327亿元哈，327哈，跟104年度的427相较的话，大概衰退23.4%啊，这样一个情况啊。
所以销售不如预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财政部有没有去了解？我初步回答，如果我不足的地方，再请业务单位补充。第一个可能是因为跟去年哈，因为去年有很多啊期的这个财经，它累积可能到达10亿、10几亿，那这个对那个投注的意愿呢、啊，相对就会提高了哈。那今年的这种情况相对就减少了很多哈，就尤其在过年那一波的时候，相对的减少就是。几期以后马上就开出来了，所以那种热潮相对就减少了。这对这个所谓的公益财经的销售额啊，基本上是影响是蛮大的。我了解、啊、大概是这样。所以到四月底，我们还是相较于去年同一期衰退23.4%。对，那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那到今年度我们设了一个年度的目标嘛，1180亿嘛。那财政部这边有没有想办法说今年？哦，年底能不能达标，达到这样一个预期的一个目标？那现在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做法，能够刺激我们整个这个销售的这个状况？这个部分有可能几个方式的，当然这个彩券的开出头奖的这个几率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哈。那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彩券的多样化或其他的方式促销的方式这样子哈，但是详细的情况我想请赋税署国库署署长来做说明哈。跟委员报告，其实我想今天彩券的确到四月底啊，的确是大概衰退了这样100亿啊哈。那我们今年就是因为它的销售的旺季最主要是在连假，那我们在端午节我们这是给它加码。那给他加码，那我想未来我们配合这个台彩公司啊，会尽量啊配合他们的需求，我们尽量会在。对，因为有部分是销管费用嘛，对不对？有一部分是用在这一方面啊，所以我觉得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呈现衰退的状况、啊、那为了既然定出年度的目标哦，1100多亿，那希望说能够最终还是达掉这个目标嘛。是，当然。哦，那因为这一部分很大部分还是用作社会福利支出啊、哦，还有这个。全民健保、啊、国民年金这一部分、啊、福利支出部分，我希望我们这能够达标，才能够、啊、拨出这样的这个款项、啊、用在我们所谓公益上面、啊、所以这一部分我希望财政部能够赶快、啊、督促我们台彩这边、啊、看什么方式、啊、能够达到预期的这个效果，好不好？好，好。那接下来我还是要问一下，就是说根据公益财券发行条例第8条、啊、就是经销商遴选，我们必须要有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单亲家庭以及原住民啊这一部分，可是实际上，我想很多人也都这样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到很多财券行看到的实际跟这个规定的情形是不同啊。那这一部分这个事情也不是新闻，所以次长是不是可以？我也知道说你们也在加强查核啊，好像甚至每个月2次啊等等，可是实际上还是发生有这种私底下借牌也好哦，私底下转让也好。造成这个我们投注站的成立、哦、有集团化、企业化的这样的状况，所以针对国人一直质疑的这一部分、哦、除了我们加强查核以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消除民众这样的疑虑？因为我们公益彩券就是要除了说这个盈余分配以外，作为社会福利支出，最重要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希望给予这些弱势、身心障碍者、低收入户、单亲家庭。有充分的这个就业嘛，鼓励他们能够有这个一定的收入，所以这部分哦，是不是次长能够简短具体的回答，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解决的方式？基本上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查核的部分以外，我想我们未来在身份上的认定啊，哦、还有相关的措施，是不是请这个国库署这边说明一下？好。包括现在目前除了加强查核之外，就刚刚我们市长讲的，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身份的认定也很重要了、哦、也很重要。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查核的时候啊，因为是实地查核、哦、那所以因为我们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我们那个彩券的经销商很多都是残障的，就是残障的朋友嘛，哈、哦，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就医的需求，所以我们也有考虑到就代理人制度或者跟雇佣制度，所以有对代理人制度现在有嘛，只是说这个是有要求他们要住进驻嘛，对不对？对 对，住在这个投注站嘛，所以很难说从表面上说他是卖的人是啊，像都是见一般的人，那就是说推定说他是人头不一定啊，我们要看他实际的状况。因为实际常常我去这些投资站看到的是，他们都是找年轻人雇佣的这些年轻朋友。那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说
这个真正的经销商有在现场啊，所以这部分当然查核上面是有困难，可是我觉得也不能以这样来做借口，造成这个很多，我相信中南部更严重，有这种集团化的现象，而造成真正弱势，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投注站看到的，哇，它一间一间开，可是在角落旁边它有这个认证的这个身心障碍的这个牌挂在胸前，可是它非常可怜，它没有成本来开一个投注站。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相反而没有达到我们公益彩券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保障这些弱势，给他们就业相当的收入。所以这部分我真的希望财政部还有我们署里面是不是真的除了加强查缉，想一个方法，身份认证上面也好等等，能够彻底的解决这样的一个私底下转让借牌。因为根据你们的办法，其实是经销证是不得转让设置出租或出借这样子的方式，已经有这样的规范吗？我觉得要彻底的执行不要说让民众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好不好？好，这个我们会去检讨。好，谢谢。最后我还有一点时间哦。那我其实有在想，就是说我们盈余分配里面50%地方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然后5%是全民健保，45%是用作国民年金哦。那我也一直在思考，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国民年金的缴费率是非常非常低。也就是说我们2008年开始以来从开办第一年缴费大概70%多，到现在去年大概45%，平均下来国民年金的缴费率大概只有56%，所以我觉得我只抛出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想办法，当然我们卫福部同仁也有在这边提高我们国民健保的缴费率，国民年金缴费率，然后呢是不是可以调整这个45%的这个比例然后呢增加我们对于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支出的这个比例。我不知道说这样可不可行，我想请教次长。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公益彩券那个比例是定在公益彩券发行条例里面，如果要修改的话要透过修好的方式哈。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国民年金的这个缴费率低的问题，这个跟卫福部这边是不是有点关系。那这个未来事实上就是说这个50%的部分呢，怎么去是不是可以检讨这个，后续可以再去讨论。好，我希望财政部也可以跟卫部沟通你们研究看看这样是不是可行因为其实我觉得国民年金真正的问题现在是缴费太低，当然现在只是一个柔性，也不是强制啦是一个柔性，这个希望能够他们来缴纳，当然现在也没有所谓的滞纳金，我也知道卫部有在考虑啦，研议是不是要缴滞纳金，当然现在社会有不同的声音可是我觉得就这一部分我希望是不是可以真的增加所谓社会福利支出，然后在国民年金这一部分提高国人的缴费率然后做40%比例的调整，我希望说财政部跟卫部可以就这个议题来研究一下。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回座。接下来我们请徐国勇委员。徐国勇请。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一下次长好不好？那卫福部的专员也一起来好不好？好，卫福部要专委，要专门委员。次长，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个我们彩券的目的是什么，大家来 review 一次来看一次，来我们看第一张。其实彩券我们当把一些盈余等等拿去做公益的时候，在某一个层次还是有税的意思隐性的税，这个没有意见吧？应该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没错。好，再来。所以，但是它为什么要隐性呢？因为它要把它用在特殊的目的，提供弱势族群还有一些就业的机会，然后要提升社会的福利。所以这台语叫做提醒头的啦，应该是这样说吧？对。所以不可以排挤公务预算嘛？提庆桃的是这艺术嘛？应该也是没错吧？所以刚刚王龙章委员特别讲的你不要把点心当正餐嘛？对，就是这样的。好，再看，所以它有这些模式我们看到好，再来，好，公益彩券销售状况，看逐年一直增加基本上它都会增加，也就是说，像这个年份，你现在已经到1000多亿了，所以呢，盈余分配数也越来越多这个是没有问题。我们再看。桃园银行一开始
他们发行的时候3%，好，这个报酬率，富邦4.35%，然后呢，中国信托4.35%，所以其实我们对这些发行的私人银行，讲实在话，对他们的待遇也不错了，不薄了，好，再看公司，公益盈余大概是当期销售总额的26%，这没有问题吧？再看，那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到底付出多少彩金啊？比例是30%、40%、50%，几趴？这个不60%。好，下一张，哎，还好没有上当哦。我们付了60%，付了60%。可是如果我们看看英国，50%。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可以用在社会福利的，我们远远低于英国。好，再看，这是给你们去参考，是不是以后该怎么样去处理？现阶段当然没办法，但是我从这里要看，公益盈余的分配里面，地方政府50%，卫福部45%，好，全国民年金，然后全民健保5%。所以当我们从这些盈余，我们看到地方政府是现在大家要问的最多的，对不对？看下一张，适用范围我也把它写出来了，这个也不必看，应该你都了解。我们再看。公司在这里，我特别把它标出来，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最多，对，丢了哈，对，好，来再来看，22县市分配了，哦，当然就远远输于他们了，哦，输就追了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的重大疑虑就在这里，我们常常在讲，彩券是把穷人的钱从口袋掏出来以后，然后集中起来给一两个人，然后最后呢，把一大部分的钱拿去当做我们隐含性的税，所以换句话讲，盈余分配大家要看到，那应该是给穷人多一点的地方啊，给穷人自己来用啊。可是各县市分配保管收支在自治条例不但有落差，流入富人的区域较多，这个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去检讨？当然，我都住台北市。也希望台北市多一点，你也当过台北市的财政局长，你也希望多一点，但是这样公平吗？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疑虑，我提出来。好，再来运用的看看都不一样啊，哦，这个是台北市的，哦，啊，这是花莲县的，我也挑出来让你去看，那这一些是要让你们去思考以后怎么样去监督。再看下一页，接下来那就要你准备要你回答了，地方政府用不稳定性的收入，也就是公财的预算，它来排挤的，来代替了公务的预算。那这一些是不是应该中央辅导地方建立一套标准一致、目标明确？刚刚看到台北市跟花莲县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我就要你回答了。前面讲了那么多，你觉得该不该这样做？这个部分，哦，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因为公益财政分配到地方政府以后，它在社会福利支出的面向怎么去支出的话，原则上是本来是本于地方自治的精神，由他自己 去在社会福利支出的项目里面去分配，啊，这样一个情况。但是 我想卫福部这边有卫福部的，所以未来是不是需要又建立一套标准，一致的标准，很明确的标准去运用的话，我想卫福部这边也许会有一些想法，我不晓得卫福部这边卫福部的看法呢？报告一下，社会福利基本上是地方自治的权责，哦，那我们也知道台北市的系统，那我们要不要给他行政指导？我现在问了，行政程序法里面的行政指导在这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当然是可以给予行政指导。可是我们相信台北市的社福需求跟花莲的社福区需求一定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完全用一套的标准的话，恐怕会到底是要依花莲的需求定标准，还是依台北的需求当标准？所以呢，标准不一，因为有他们的需求。好，我也同意。不过总是有核心的需求吧。核心的需求总可以建立标准跟明确的目标吧，所以我们透过考核指标，因为考核指标是全国一次性的考核。好，再看下一页。所以我现在要问，建筑国有地盈利，你看救国团
一平的土地租一块，五角、三角安尼租会到，租到了后还抢了我们的公益彩券的盈余，有理也无理？你觉得应不应该给救国团？应不应该？应不应该？啊？你们不知道在哪里有吗？哪一个县市竟然把这一些公益的盈余补贴救国团？你们不知道吗？就告诉你啦，新北市啦，不但补贴救国团，补贴国民党的妇女会，补贴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站，做什么呢？不是做公益，庆生、打球、唱歌，还有呢，给这一些他们妇女会指甲彩绘，帮他们彩绘指甲。贵妇啊，能够彩绘指甲的，请问都不是劳工阶级啦，勒刚的造型哦，还彩绘指甲哦，卡巴卡拜托哎，可是就有这些事情发生，应该吗？我们会再进一步了解。我现在就告诉你，报纸报道就在这里，非常清楚。国民党的妇女会不敢否认，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站不敢否认，救国团也不敢否认，他们拿到了公益彩券的盈余，做什么？庆生，给这些妇女指甲彩绘。讲个难听话，我们马上把指甲彩绘，指甲彩绘，我到现在想不通。我们的弱势团体会去指甲彩绘吗？把指甲画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再看最后一张，没有了。好，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这都是在新北市发生的，其他县市没有发生。而发生的时间在哪里？朱立伦要选总统之前。我意思是说，我们的弱势要用的钱就这样给浪费掉，你们应该要尽到监督的责任吧？这是去年的事情，去年的事情，决算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审核，希望你们今年审核，要把这些事情给抓出来。这是2015年，也就是104年，他们在做的。我把这些希望你们能够了解，能够去好好的追踪一下，不要唔当公的去建个王阿波啦。这个是要给弱势用的，而不是给这妇女去唱歌跳舞彩绘他们的指甲用的。好，以上哈，感谢你们。好，谢谢，谢谢委员。来，车长请回。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李彦秀委员。好，秀委员请。我是不是可以请这个苏正次以及我们社福卫福委员会的姚专委？好，请苏支长跟姚专门委员。委员好。谢谢政策。过去在台北市政府有很多的沟通，好不容易到中央来哦，我想有不同的议题，你有在地方也待过，又回到中央来哦，我想刚才包括延续徐国勇徐委员的一些议题，我觉得仍旧我觉得还是要问清楚，因为毕竟我们是中央单位，各县市政府如何充分好好的去运用公益彩券的盈余？我们身为中央机关，我觉得当然那条线有时候很难画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一条线画出来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变成各县市政府它可以因地方自治，它就可以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中央监督的角色就完全不见了，他都会认为说我这样解释的空间其实没有错，那你如何去控管我们原来公益彩券，其实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包括补助国民年金、全民健保跟社福的支出，有一些社福当然是社会福利的支出，本来各县市政府它就有固定的预算再去做一些编列，每一个县市政府社会福利一直开收不回来，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这些公益彩券，我们原来是希望说去盈余，如果是做社福的话，我们希望可以扩大去照顾各县市政府
预算不足的部分，因为本来各县市政府社福预算编列就是他应该有的责任哦。那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条线规范化下去的话，就有可能各县市政府他把我们社福的支出、我们补助的部分拿去做他公务预算的支出哦。前几天我有关注到在高雄市就有这样的状况。那我先请问苏政司，不管因为你也来，你也到中央来没有多久哦。过去高雄市当然这是案例一，我相信其他县市或多或少也有哦。你到底认为恰不恰当？用社福的支出，用这个公益财券的盈余去补助各县市应该编列公务预算做社福的支出这一个部分，你到底认为妥不妥、恰不恰当、应不应该？跟委员报告，按照公益财券发行条例的规定啊，第六条的六十三条的规定，它的这个公益财券盈余分配下去以后，它是要收支并列的。啊，他有收入才能支出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基本上他是，就像刚才几位委员讲的，他是额外给的这个分配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他就是要这个。那这个部分其实决定是在我们督导单位，是在我们卫福部吗？对对。好，那你那姚主任，你可不可以回复我？报告一下，其实你那条线到底画在哪里？公采盈余当初设立当然是要挹注中央或地方的社福，社福的部分，那把它列入公务预算。可是高雄市连续五年，可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地方的社福业务本身，它的预算，它的公务预算也是不足的。尤其每一年，专委随着社福各县市不止社福的预算、公务预算不足，每个单位缺口都很大。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跟委员解释说，我们你只要回来，不要浪费我时间，我就四分半钟而已。好，所以我们每一年都会做考核，到底可不可以？你只要回答我行不行？所以我们到底编列社福是各县市本来就应该有的公务预算的支出，所以但是拿公益财券的盈余把它变成公务预算的支出这件事情，到底中央的看法？你我们要求地方政府要逐年减少。嘿，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求？到法令上符不符合？还是你从来没有要求过？我们有要求，嘿，我们要求。你从哪一年就开始要求？从明年一零，那你就是过去没有做嘛？那为什么有些县市要乖乖的自己公务预算告诉说，我就只有这么多预算，对不起，我社福就只能做这么多，社会福利就能做这么多？之前是用自筹款比例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们接下来的，张伟，你还是没有回答我问题。我刚才问你。说你哪一年开始要求不得做公务预算支出？你刚刚又回答说我逐年减少，你现在又回答说我明年才要开始要求。你过去到底有没有检讨过这件事？还是你过去从来不知道？只有媒体，过去是用自筹款的比例来处理，比如说，我补你这份计划，那相对你要自筹多少？这不管嘛。你补助他5亿，他的编5亿，总共10亿可以去做社福，这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我们补助这5亿，到底能不能把它列入公益预算做社福？各县市的社福支出这件事情，你还是没有回答我。我问了这么久，你兜来兜去，你还是在兜在原地浪费我的时间。所以这个问题还回答不清楚。其实就是公务预算，它的自筹款就是公务预算的意思。所以一开始我们是希望逐年的请他，应该要你一开始是什么时候开始？好。专委，我不浪费我自己的时间，因为你还是不针对我的问题回答。我要求你，如果这件事情你是认为是不对的，你也要求比例应该逐年的减少。那我认为，不管中地方自筹款是多少，至少我们中央补助出去的，它就不应该列为公务预算。他虽然他有他的自筹款，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条线要明确的划清楚。因为你刚才回答我的逐年减少，我是不甚满意，因为我希望。公务预算编列绝对是做社福不足，但是我们有看到有时候法令画在那一条线，但是我们有看到有时候很多是需要紧急救难的人在各散落在各县市，我们希望有机会紧急救难的这一块能做得更落实，做得更好。所以我不是要去切哪一个各县市应该少一点，但是我希望那一块每个县市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的事情，不要拿这一块公益财券的盈余来编列公务预算，这样没有办法真正落实到真正我们
公益彩券真正的目的哦，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要请教一下哦，就是说目前我们财政公益公益彩票的监督委员会哦，针对于各县市的执行的代用的状况哦，有一定的列管，但是我目前编列这个公益彩券的盈余的部分哦，是依照人口数跟销售金额来去做分配，这一块是哪一个单位主导负责的？是这次我们财政部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财政部有一个分配委员会。这次我认为，特别是看到去年的2012年，对不起，2012年，我手边有的是2012年的执行率的状况哦。我觉得，如果我们公益彩券的监理委员会用这样子的，我刚刚讲用人口数跟销售金额来去做分配的话，我觉得不甚合理。包括我们看到就是说，譬如说屏东那边，它的执行率可能就超过100%，有一些县市它执行率可能只到80%，甚至到70%多而已。就是说，各县市在财源分配不均的状况下，但是有一些县市确实是需要接受社会福利帮助的人特别多哦。我今天时间剩下不多，我只提出来，我希望未来公益彩券的盈余的分配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应该每一年再重新去对于各县市执行率的状况再去做一些检讨，而不能单单只以人口数跟销售分配金额，因为有时候譬如说台北市这个不是有钱的比较多一点，需要帮助的人或许比较少一点哦。每一个县市的状况比例不均，但是我希望未来这一块可能要纳入执行率的部分，每一年逐年去做一些检讨。有一些执行率很高的哦，很好的，甚至100%还不足的，我觉得明年度可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有一些执行率不好的，我觉得就要去做一些减少，来去做隔年这个公益彩券盈余分配的额外的考量。正是这一点，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更清楚的回复，好不好？跟我们报告一下，这个分配的金额啊，基本上是以弱势人口的比例来对，弱势人口的比例跟销售的金额嘛， 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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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它并不代表弱势人口的比例，并不代表我们需要接受社福帮助、社会福利帮助的人嘛。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嘛。对不对？有些县市其实城乡差距很多，他需要紧急救难协助的也特别多，才有机会真正落实我们在公益彩券做社会福利支出的最主要的目的。OK， 郑次，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同意啊，因为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那个情况，对嘛？对啊，需要协助的人不一样嘛，所以我希望未来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在执行率的部分也可以纳入来未来我们隔年去做分配的一个基本考量。那这一部分执行率的部分，也许未来我们再跟卫福部在考核方面还有在分配。好，另外我要再提，我也关注到，就是说各县市送案上来去申请的这个件数哦，其实我发现这件数量其实都并不是很多，通常中央要给钱，各县市应该是很高兴拍拍手尽量来申请，但是我发现那个申请那个案件数申请的案件数其实都并不是那么高，我认为有必要请这个卫福部这边可能要去检讨原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好多单位中央要给钱，各县市政府申请的案件数这么少哦，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点，我觉得未来有必要要再去做一些检讨跟了解。以上，谢谢委员。好，接下来请费宏泰委员质询。费委员，请。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我们的在场的女士先生。主席，帮我请一下这个苏次长。哎，次长，请。委员好。哎，次长好。其实这个公益彩券呢，我在财委会待了11年以上了哈，我们也修了很多次的法。今天我很多所有的委员呢，的发言我都听了一遍了。其实也就是在盈余分配的管理上，以及我们针对这个就经销商的这也是管理上啊。我想我那么多委员都问了哈，我想我也就不再重复哈。
我只是说，当地方政府，我个人来自于台北市议会，跟主席一样，我们非常尊重地方政府的自治，但是地方政府啊，它有的时候牵涉到它的财政状况，所以呢，他就把它当有的地方政府帮他当成统筹分配，这个财统筹分配款在使用了啊，这个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但是讲了那么多年呢，还是发生的原因只有就是我们中央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你光叫叫叫，啊，包括监察院去管他。民选的市长、县长，你能拿他怎么样呢？啊，所以因此我倒是建议了哈，诚恳的建议，我们定一个类似的法则。当你不配合的时候，当然这个要牵涉到修法了哈。当你不配合的时候，我下一个年度我就给你扣款。啊，举例像这样子哈，麻烦你们是不是我们国库署这边啊，你定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则。让他觉得可以罚得到，否则你光讲了半天没有意义了哈。这个第二个哈，这个市长想要提醒一下，包括卫福部的人呢，你们都不要上来了哈。你们现在不管是财政部也好，卫福部也好，因为啊，双头马车，说大家都监督，其实也就是通通都没有认真的在监督了哈。这也不怪你们。我是在这边具体要求啊，财政部这边啊，你们来主导，因为你们的网站上公布的，国库署的网站上公布的只有一个统计的数字了啊。然后呢，我们卫福部是目前这个社公司的网站也是类似的哈，所以我是建议这两个网站呢，可不可以充分连接一下，让它连接一下，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在你预算的审核通过所有的最后的执行率更详尽的在里面做一些揭露，可以吗？这好 ，OK， 好。针对我们经销商的这个部分呢，哈，我们尽量跟地方政府啊去抓一些这个集团系统性的哈，去这个吸收这些什么有资格的那些像残障啦、原住民啦、单亲家庭等等。我们要去，我们这个彩券的目的啊，是帮助那些弱势的人。我们不是希望它变成一个连锁大企业，我们没有那个企图心，好不好？我们并不是想要创造多少的利润，不是啊。我们目的是帮助这些我们需要帮助的弱势的人，好不好？好。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要请教你几个问题啊，也跟你监管的国库啊，这个有关哈。蔡英文总统上来以后提出新南向，啊，当然也就是希望我们的台商到那边去投资，到那边去做生意，对不对哈？当然台商要到那边去做生意去投资，那当然牵涉到资金的调度啊，跟资金的融资。请问我们国库署有没有计划？啊，是你副不？你署长是吧？你主委有没有计划？希望我们关谷银行如何到那边去成立分行，协助我们的台商啊去做业务的扩充？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吗？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目前啊，我所了解有一些关谷银行原来就打算到啊，比如说像菲律宾啊，还有东南亚国家去啊做这个分行的。哪些国家？啊，像菲律宾啊，东南那个啊，其实他们最想去的是缅甸跟柬埔寨，可是那边管得很严，那怎么办呢？菲律宾有人去了，但是菲律宾去了也去，别人去了也去了蛮惨的啊。所以最想要去的就是柬埔寨，是缅甸，现缅甸只核准了一家，那怎么办呢？你们如何去协助我们这关谷银行呢？去突破这样子的困境呢？有没有这样子的计划？当然，我先不怪你了，你才就职了不到一个月了哈。但是，既然要推动这个政策，我们财政部啊，你可以做的东西也要尽量去做了啊。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蔡英文总统所提的新南向，这个新如何定义啊？什么叫做新南向？新的定义是什么？
新南向的，因为您是政务官嘛，哈，可以请教一下，你们这个新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新，我们对文字解说，新对照就是旧嘛，对不对？新旧新旧，那旧是什么？新是什么？可以把你们的政策，贵党的政策说给我听听看。可以这样讲了，就是之前的南向政策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哈。目前为止呢，我所了解就是新增的，比如说印度啦，啊，这个也包含在未来的这个新南向政策里面的一部分了。哦，包括印度。对，多了一个印度。印度以前在五二零之前，他们都没有去吗？已经有台商去了。那既然都已经去了，那新是什么意思？台商至少我知道鸿海已经在那边设厂了，不是吗？对对，那你那个新的定义又是什么？讲不出来，只讲一个名词，好吧？这个、不怪你，这不是你定的哈。政委也利用这边来陈述一下，蔡英文只是在搞一些名词嘛。这个新南向，你怎么把论述讲出来？我这个新跟以前的旧有什么不一样？我的作为是什么？啊，我的策略是什么？我现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刚才光讲柬埔寨跟缅甸最想要去的，尤其是缅甸当地的政府啊，这个他们都认为很多的他们的这个机会很多，很多家国家的银行都想去，日本抢的最厉害，对不对？那我们的努力方向是什么？我想麻烦你们都要把这个心啊讲出来，不是变成一个口号在骗骗人。那下次我，本人如果出来要选，不管选什么，我讲这新兴南向政策，不是比你们更了不起吗？或者我们在以后还有人选总统的新N 次方的新南向政策，那不是更了不起吗？所以不要麻烦你告诉你们的党，告诉我们新南向政策的新定义是什么，好吧？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哈。你会当国发基金的执行秘书吗？啊，不，国安基金。我目前就是。是哈。请问你对国安基金啊，去进入到股市的看法是什么？你是支持呢，还是保留呢，还是反对？从这个整体的角度来看呢，当然是政府的力量尽量避免去干扰股市的运作是我同意为主要的。本人当对，不管在野党、执政党，现在在野党，我的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我反对国安基金去干预股市，股市最好是一个看不见的一只手在那边，就经济学里面，但希望看不见的一只手在那边自然的来发展，自然的产生一个平衡点。如果用政府的力量去，那只救了一时啊。长期来看，我觉得对股市的健全发展，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帮助的。当然，在我们财委会，有人是支持，有人是反对，但是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刚才提到过，就是。是尽量避免的，但是某些特殊尽量避免。什么叫做尽量？十次里面有一次做，有一次不做叫做尽量，还是十次里面只做一次那叫尽量？这个部分基本上，因为国安基金基本上它是要开过委员会投这个授权，我当然不才能进。市长，对，他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我想我们在同一个学校教书了哈，我当民意代表当了那么多年。我不会对这个业务不熟的啦，我知道，对不对哈？这个尤其在财政委员会，我长期待在财政委员会，对各个部会，我不敢讲说我非常熟，但是绝不陌生了哈。知道。所以请教你一下嘛，你讲说尽量国安基金尽量不要介入，尽量如何定义？这个也很难去讲了，但是我跟你讲，最好是不要做了啊。不要，尤其是平常讲，包括国民党执政，在某些时候国安基金进场，我也都是反对的。啊，当然我现在当在野党，我反对的声音会比较大，而且如果比较大是原来用一分的力量，我现在会用十分的力量来讲，国安基金最好不要去干预股市，好吧？好，谢谢。
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今日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全部议程结束为止。哦、那我们11:50发便当、哦、那便当发下来、各位不必客气，就可以直接吃饭、哦、那点到你的话，咬碎了吞下去再走过来、哦、不要太紧张啊，不能去夹到嘿、哦，不要太紧张、哦、好吧？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请罗明才委员来，罗委员请。主席各位，出列席官的哈，主席可请次长，哎，次长朱建龙，朱次长你好，委员好。社会讲求是说公平正义的哈，那有一种存在叫劫贫济贫呐，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运动彩券的公益彩券的公益彩券的哈。对，国内的这个公益彩券呢，从开始实施到现在啊。几年了，那大概盈余啊累计加起来是多少的金额？那换言之啊，从国内2300万人的这个市场里面呢、啊，它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个族群呢、啊？是比较中产阶级，还是比较低阶级啊？好，如果以金字塔来说，收入比来说的话，哦，这些钱是从哪边？讲难听啊。从哪边收刮下来的？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公益彩券的盈余，我这边只有逐年的这个统计啦，哈，是不是我可以？什么的统计？逐年的统计盈余。对，你就这个，我刚刚的题目很清楚啊。对，1991年到1995年，大概是1206亿。好，就这个五年当中，那1996年大概155亿啊，1997年是214亿啊，那到101年的时候都还是272亿了哈，到102年比较特别，就360亿，当年度就360亿哈，那103年是283亿啊，到104年的时候就又上升到335亿啊，这个盈余的累积。好，我们看到这个温水煮青蛙，事实上哦。大概是买这个公益彩券的哈，我想次长有没有买过？有，你有买过？对。那大概过年啊，或者是比较特别，或者是说什么连杠十几期的那一种，全民运动才下去。我偶尔买了。偶尔买哈。对，因为是做公益。那像你这样的情况并不多啊，不信的话我们看看嘛哈，现场大概也都算是中上阶级啦哈，所有的官员。你的薪水每个月起码都89万以上吧，对不对？好，低于89万的请举手，没有嘛？哈，好，一个，好，两个，少数了哈。请问你们平均一个月有买一张彩券以上的，请举手。一个、两个、三个，好，那你的比率上就是很低嘛。我认识的、知道的，因为我民意代表跑是跑第一线的、啊，有很多市井小民的、啊、哈，做投注业的。做目工的啦，哦，骑脚踏车的，坐公车上班的啦，哦，这些人啊，每个月就是在等啊，或者每个礼拜等哪一个？因为现在彩券，你们琳琅满目啦。现在有多少种彩券？你说说看。我电脑彩券的部分大概有4-5种啦。4-5种有什么、哎、什么东西？大户彩啊。大户彩。金彩539六户那个大乐透。还有这个什么威力彩、威力彩、四星彩、三星彩都，我还曾经去这个考察的时候看说，是每半个小时就开一盘，是不是？那个是宾果啦，宾果。好、哦，你看，对，所以财政部协助这些业者啊，布下的天罗地网，讲难听一点就是哦，经过了每个哈、哦，他通通都要收刮，哈、哦，尸骨无存呐、啊。讲起来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像哦，可能比较智慧去买公益彩券的哈、哦，在做几位啦啊，买的可能是期盼那个大奖，那可能一两次，也许哈、哦，你的八字够重，运气够好，可能搞不好让你中一下。不过中了以后，可能那个你们就在这边看不到你了，有的就退休了，宣布正式退休啊。但是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之下。设下的天罗地网啊，无一幸免啊，几乎可以这么说了。市井小民了、啊、哈，以前玩六合彩的，赌地下哈达的，
现在通通觉得这个是一个寄托啊，啊，这个美梦看能不能成真，就是看这一张了、啊。结果不是，以前是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结果现在的陷阱啊特别多，哦，连半个小时就一盘呐、啊。所以去考察的时候，看到有很多的哈、哦、退休的人呐、啊，甚至有一些少部分的年轻人哈、哦，就是盘踞在那个地方互相检讨哦，还有什么报名牌怎么赌哦，他的生活哦就是全部在那个地方啊。一个月可能收入22K， 大概一半全部在这边啊，啊、哦，11K、12K 全部在这个地方给 K 掉了。这个公益吗？你公益效果在哪里？那请问一下次长，你们有没有教导设计一些安全的措施？啊、哦，请问小朋友可不可以去赌？哦，可不可以去买？好，因为就我来看啊，你们连每半小时开一盘那个哦，这个好像变成是让人家吃那个 K 他命、安非他命一样上瘾了。然后看就在那边一直盯着那个荧幕，然后在那边算牌，互相把宝贵的人生的时间都耗在那边。那我想请教一下市长，你对这样的一个层层的陷阱哦，布置这样子的天罗地网。事实上都是针对这些比较中低收入户，比较占多数了。不晓得你们数字有没有 研究过？这十几年来啊，已经从他们的身上榨干了油，吃干抹净，家家已经从他们身上凹了多少钱？2000多亿啊，2000多亿。你去问问看吗？张忠谋会不会去买这个？他会不会 一天24小时盯在那边？郭台铭会不会站在那边？哦，在那边算牌，在那边讲难听就赌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想请教次长，你的看法怎么样？有没有做若干的调整？你做小赌怡情嘛，那99一次就好啊。你搞的就全民运动，全民不是全民啊，是中下阶层的全民运动，就是这些低比较低收入的全民运动。讲难听的，很多正事都不办啊。24小时就好像执迷的那个这个电动玩具一样啊，全部沉醉在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当中，想机会会来啊，那真的有机会来啊，我没有看到一个真的因为这样致富的。好、哦，或许换句话说，就算他小中了钱了以后，又再凹进去，啊，这个讲难听点，跟诈骗集团有什么两样呢？市长能不能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这个公益彩券的销售，基本上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未满18岁是不能买的哈。这个是有人啊，10几岁、18岁不到也买啊。那个商家也是想说有钱赚就让他进来、啊。这个就是违反我们的规定了。违法怎么弄啊？怎么处罚、啊？有没有加强取缔？历年来取缔了多少个？我看小朋友那个什么那个刮刮乐啊，每天都刮得很开心啊。那个有没有在取缔的范围以内？有的还在学校的附近啊，就堂而皇之在开这个什么？这个算你们叫什么店？销售店还是什么店？经销站，经销站。赌博经销站？不，这是有牌的赌场嘛？这个刚才那个18岁那个，如果违反的话就要处罚款了，大概是3万以上，4万以下。你们历年来有取缔过吗？取缔的几个案例，说明看看。啊，离学校大概300公尺之内的有几家这种投注站？有吗？目前为止，还没处罚了。哦，高委员，大家听听看，历年来全部从来没有处罚过。我看到了就很多案例啊，就进去排队在买啊。但是我们会请那个台。你们要不要加强取缔？要。哦，看看你们的作为啊、哦。那个成年人他要负对他的行为负责啊，对啊，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哈、哦，那未来如果被抓到正事不办啊、哦，不去好好运动、好好念书，哦，做一些正当的娱乐，然后引导到这个方面，不好啦，是哈、哦，让我们的国力啊越来越衰退，对，好吧，让我们下一代强一点呐、啊，好、哦，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去碰。OK， 另外就是这个透明化的部分了、啊，因为收了那么多啊。事实上，藏起来外界诟病的啊，
就是没有扎实啊。到了县市政府了以后哈、哦，挪用、滥用的情况很多啊，希望能加强管理啊。这个我们一定会做。好，谢谢。另外我请教一个哈、哦，就是今天卫生福利部有来。来，卫生福利部专员科长哈。全世界哦，资本市场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前两天啊，国内的股市啊，成交量大概只有370亿啊，萎缩再萎缩。好、哦，相较于其他香港、新加坡、大陆的热络情况啊，江河日下。有人指指啊，就是卫福部给他另外巧立名目，巧立名目。多收了一个2%的健保补充保费，你们一年给人家收多少？这个部分要不要提案来取消掉，让国内的资本市场可以国际化啊、哦，让所有的这些资金啊不要一直严重的外逃啊，请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自从我们二代健保开办之后呢，其实我们也持续在研议我们的补充保险费制度。那任何的外界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会纳入研议。对，一年你2%的补充保费收了多少？我手边不好意思，我手边没有带我们补充保费的年收的。不要手边了、啊，你心里回答就好了、啊。400多亿。你看嘛，一年从股市 A 了400多亿，我想请教一下，是全部，不是只有股市那一块，全部的。不是、啊，我说你2%股市的健保补充保费2%嘛。我就另外请教一个简单的逻辑：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在股市的交易里面给人家收健保补充保费的？有哪一个国家？当然我们国家、啊。你回答嘛？哪一个有还是没有？目前就我国、啊、你我国啊，中华民国比较厉害是不是？啊，你厉害，你要让股市活络啊，结果倒退路啊，整个股市江河日下啊。现在一天只有成交不到大概400亿啊，很可怜啊。股市的成交量高或低，其实我觉得那个因素很多。啊、就是慢慢抽丝剥茧啊，一个正所，所以现在看到2%、啊，你一年大概收给人家收了多少？好，时间关系啊，你补多少？100亿，差不多100亿。啊，莫名其妙又从你看从股市的 A 了100亿。2%的部分。对啊，2%，你为什么道理啊？全世界没有人在收这个2%的啊。你们回去检讨一下，好不好？谢谢。好，接下来市一方委员质询，市委员请。哎，主席，还有大家好，有请部长。部长，嘛，次长。次长，次长。啥？这是没有啊？委员好。哎，次长好。那个，我先请教一下哈，今天的那个第四条的条文第二项的修正哈，是不是这样的删除以后就已经是可以涵盖全部的部分了？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那个运动彩券发行条例已经含了那个第四条第二项的内容了，所以这一部分因为移到那个体育署那边去负责的，所以这边把它删掉，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整个公益财政，不会影响到后续的部分。对 对,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那个经销商的那个部分哈、哦，对于那个公益彩券经销商的遴选的部分哈、哦，那这个部分有时候感觉哈、哦，在经销商的那些就是经营者哈、哦，经营者的部分，他的那个是否有借牌的情形？借牌。我们了解了，实际真相上面是有人头的现象，是应该是有，这个是不可否认的。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那个处罚或者是之类的哈、哦、考核之类的条文呢、啊？这个部分啊、在公益彩券发行条例里面都有。这个我请那个业务单位来回答。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呢，是我们有折成发行机构，然后订一些管理经销商的一些作业办法。如果说像是说每个，就是说我们规定每个月都要到这个投注站去投注，如果他没有实际在场的话，假如说，我们就会说，要连续六个月有连续4次的话，我们就会取消他经销商资格，类似像这样子的规定。他有没有取消过？有，都有。有多少家？我们是不是可以会后再补给委员？是，跟委员报告，目前哈104年目前呢、啊，目前那个注销的有94家，
那么103年注销的是60家。那在那个就是经销商，因为他的那个以后申请的范围啦哈，或者是他的那个公平性哈，会不会有设定修正的一些条件？就是比如说在坊间里面哈，他可能两三步就有一家，那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对这种是好的？这个部分，因为经销商，这个我们是没有设定规范了，就是说他经销商要离多少范围之内啊，就是说多少距离之内才可以有一家，这个规定，这个是没有的。当然了，对弱势来讲是无法去限定这个，但是整个如果说在一个某一个区域里面集中了20家、30家，这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方式，所以是不是说在这种条件的设立应该要去做检讨？这个部分有好有坏啦，这个我们回去再检讨看看。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在这个松山慈幼宫附近啊，那附近就有好多家人买的，那个流动的人口也很多啊。但是我观察的结果，大概竞争性也蛮大的。但是如果你设定了一个所谓的、成立的家数的时候，就会有变成一种所谓独占经营权的问题，这个反而是会有一个情况。不过我们可以回去再因为这个里面你也会反映出租牌借牌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好，那另外我要提到的就是说，那个未来公益彩券的引领，因为现在的政府新政府推的是长照的政策，那长照的政策里面，你的未来的盈余的分配里面会不会投入这一块这个区块？那你怎么样的去做这些机制的部分的引领？目前按照公益彩券发行条例那个盈余分配的机制啊，基本上它是没有放到长照这一块，但是地方政府未来是不是他在他自己的社会福利支出，就是说他在社福支出里面，就是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到社福支出里面，会不会有相关的补助？这个就要看地方政府的这个会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我想是不是请卫福部这边哈来回答？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要推动长照的话，目前是用长照基金来处理，所以如果有经费的需求，我们首先是用长照基金。那地方政府当然，直接分配给地方政府的公彩盈余那50%，我们也会尊重地方政府他的地方自治，如果他有需求。好，那我再问你一件事哈，就是说现在目前政府推的就是创新嘛，就业分配嘛，那就这个分配的部分哈，你现在目前统筹分配的15%跟那一个销售金额的25%，或者是60%的人口弱势的人口的这个部分哈，那未来这个比例会不会做调整？因为强者恒强的情况下哈，那个销售的金额的部分一定是都市集中在都市嘛，都会区之类的，这些比例的分配会不会重新再调整过？哦，跟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比例的分配都是在公彩监理会里面去研议出来的，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尊重财政部的主导一下，我们一起来研议。这边我想我们会滚动式的做检讨了，未来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做滚动式的检讨。那透过这个所谓监理委员会，我们再来做相关的检讨。好，那再下来我要问一个那个营造业融资的问题哈，因为在早期台湾有很多大概有10大的营造厂，那这10大比如说像中华工程或者是农工处之类的哈，那这些曾经都是在早几十年里面。都曾经带领了台湾的工程队到沙烏地阿拉伯之类的去工作。那这几十年以后，这些营造厂一直在萎缩当中。那在台湾的国际标里面，很多的国外的营造厂都可以进来到台湾去投标。那国内的营造厂走不出去的原因，也因为资金的关系哈。那比如说在国外里面开了一个400亿的国际标。那他可能他的履业保证或者是押标金就是要10%以上，那对这个国内的任何的营造厂都没有办法去负担，所以也造成我们这么多年来营造业的萎缩。那有关于这个营造业的融资的部分哈，未来在国外的部分会不会比较持开放性的一些态度之类的？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金管会的权责了，我这边没办法帮忙金管会去回复，因为这个融资的部分是银行的融资嘛，那银行是由金管会来主管。我目前我不晓得金管会在这一部分，当然也要看他这个融资的这个所谓这个风险啊多少。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协调？因为营造业目前就是进入一个很寒冬的部分，那国内的营造厂确实是有这些需求的部分。那这部分，我想我们就把委员的意思转达给金管会这边看看啊。那在上个礼拜我也提到，就是那个，当然就是那个，也是那个财政恶化的县市的部分哈。那财政恶化的县市的部分，也因为就是政府的那个资金哈，就是恶化，而造成一些那个施工的承商里面哈，他要对这个厂，因为对政府计价的时候哈，产生的融资，但是这个错不在厂商，那变成说政府去开启这个融资的门以后，把让厂商去负担这个利息的部分，那未来这个整个在营造的那个区块哈，对于财政恶化的县市的部分，是不是要这个部分要去做处理？这个财政恶化的部分牵涉到地方财政的管理的部分啦、啊。这个部分哦，因为有时候地方财政管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他公共工程的这个支付款没有办法如期支付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会造成城商的这个所谓财务上的困难哈。那这一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了解看看啊？这一部分也许是企业的关系啦，这个是牵涉到企业的关系哈，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是不是能够这样子来做的话，这个还要看他的企业关系。好，那最后我还是要提到公益财建的部分着重在分配的公平性哈。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往后的部分应该要切实的去考量这个部分。这个我们会再精进，谢谢。感谢施委员，我们再来是承办立委员质询，陈委员请。麦克风，可以吗？可以。好，那我是要邀请我们的那个财政部，还有我们的卫福部的官员。好，政次还有我们的专员，好。哦，专委好。委员好。你好。我想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联席的会议了哈。那当然，对于那个公益彩券，其实我们看到原来的规划呢，也都是非常的有它的一个理想性。它的经销商的遴选呢，会以就有工作能力的身心障碍者哈，还有原住民，还有就是说低收入户的单亲家庭为优先哈。可是我不知道，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财政单位是不是有做过他的这个身份的一个统计，他到底他现在的这个量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这个部分我是不是请，我这边没有详细的数据，我是不是请业务单位这边来说明？好，可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经销商，100%都是这三类人嘛，对不对？对，没有错，没错。那跟委员大概报一下，因为现在我手头上没有精确的数字哦，是。可是历年来就是身心障碍者是人数是最多的，然后再来是原住民的，然后单亲低收是最少的。好，那比例都是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财政单位呢，知道是说我们的这些的身份会被出租吗？部分确实是有，所以我们会加强这部分，请那个发行机构再查核。可是照我们的资料统计哈，看到的收集到资料是大概70%呢，70%它都是出租的。你们对这个状况你们掌握了吗？应该是不会有这么多，那确实是卢委员说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你们估计大概几成？估计几成？因为我们刚才我们署长这边有报告过，就是历年来都是一直都被取消资格啦。那取消资格当然有包含，就是有包含这个人头的部分。那我们确实就是有在查核。那你们以前检查的话，大概查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啊？大概有多少成是出租的？可能不，应该是没有到10%啦。是这样。你确定吗？对，我们查你要有精准的数字哦。我们因为我们收集到的资料是70%，
委员，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也要求台采要这个要事实查核了哈。那比如说像这个电脑经销商的话，就是一个月查三次，再加上不定期的查核啊。那如果是利息型的话，就是说三个月查一次。所以呢，如果查到不合规定的，那我们注销他资格。我跟你说哈，如果我们现在去看到这个这些的店家哈，在经营这个的经销商，他几乎都是好手好脚的人在做，是，甚至还有一些年轻的小鲜肉啊、妹妹啊，他们在做这个工作哈。是我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刚才我们同仁也报告过，就是现在最多的就是那个身障的朋友嘛哈。那现在朋友也考虑了他们的身体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代理人，所以他可以聘雇吗？他是可以啊，出租。他可以聘雇吗？他出租可以有代理人，一个是出，一个是他的这个身份出租，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如果他当老板的话，他可以聘雇。可以，目前有。那你怎么查呢？就是我们要看他是有没有证件相关的证件，我们就还是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是会了解到哈，有一些的身份出租的人呢，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弱势的人口，所以呢，他们的所得呢，到时候年度的所得还是要到他们算他们身障者的，所以这个变成是说他们本身没有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益，但是呢，他们还要担负所得税的一个缴交，甚至呢，有一些人他们还同时要兼做资源回收，这个情形我们财政部掌握了吗？我们这一部分一直都在查核当中，而且都充分查核。那你们查到了以后，你们就给他注销掉？你们觉得这样子合理吗？万一他根本他都是一个身份出租的这样子的人，你把他取消掉，他本来就是弱势，他就变成更弱势，因为他完全，我不是说鼓励啦哈，但是我是说你这样，你应该要去分析他的原因。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财政部最好是有一个研究的一个计划哈，把这个部分把它搞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是有充分的这个研究的分析的资料了，有做过这个研究计划，我们自己有分析的，自己有分析。那我可不可以拿一份你们研究的计划？麻烦大概在一个礼拜内送到办公室好吗？没关系，你的内部的资料就是资讯公开，就是可以拿个提供出来给我们委员，好不好？到目前为止哈，就是104年度呢，那我们经过这个查核不合规定的，那我们注销的大概有九十四家。只有94家、94家，我觉得你们的量可能偏低，你们自己再好好的反省一下，因为我们看到的都不是这个样子。 我希望你们就是说 把一些的更精准的数字能够把它再查出来，因为这个东西事实上媒体也披露的很多，媒体也不光是平面的媒体，也包括电视台的媒体，他们都有这个披露。如果说他的披露数字是不对的，你们财政部应该站出来反驳。可是我看你们都完全点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形哈。那另外我想要再了解一下，就是有关于那个运动彩券的这个部分哈。那个运动彩券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看到这几年也都是在成长。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说，它到底是在卖彩券还是在做运动啊？因为这个部分是属于教育部体育署主管的这个业务了。所以教育部的话是说要来做运动，是不是？那我们的运动应该是根据我们的风气呀、啊，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在这个部分，我们的运动彩券的重点是在彩券还是在运动？就是说，就是买彩券看运动更精彩了，应该是。所以是不是运动啦？只是花钱去买彩券嘛，对不对？对，因为你买彩券，然后就是说去看看他的那个到底有没有赢嘛，这样子嘛，哈。那我知道在教育部里面有一个运动发展基金，那这个教育部的运动发展基金呢，我知道在体育署里面大概是体育署一年的预算大概是70亿哈。对。可是你那个运动发展基金就有16亿的基金嘛，哈。那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是在回到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指标哈，我们的运动是要创造我们的这个量吗？因为我看到你们每年的这个指标呢，都是说你们的选手数啊、教练数啊，都在讲这个量的这个部分。但这个量对于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品质的提升，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帮助？那这个其实也是会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运动发展基金，我们还要去发展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要去发展产业，
还是说我们其实是希望我们的国人的运动人口能够提升，然后国人都很健康，然后呢，让我们到老的时候呢，都不是说要卧床七年半，然后呢，让大家都是要利用到长照，所以长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你前端如果没有发展一个好的健身的一个系统的话，你到后来全部都是要一个照顾一个，然后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运动的发展有一个目标性啊？你的那个目标到底是打算怎么样呢？我们运动最主要大概分两部分了，就第一个就是竞技运动，就好像我们今年的这个奥运，明年世大运，我们希望在这个国际的舞台上，我们的选手能够获得好成绩。好，这个是夺标的部分。那我们是说我们的全民运动的部分呢？另外全民运动呢也是我们推展的重点，我们是希望呢规律运动人口的比例呢能够提升。然后目前呢我们有去调查，你用什么方法来提升呢？就是我们会用各种方式呢来宣导，让他知道说运动的好处在哪里。就刚才委员所提到的，就是说可以让这个健康余命呢能够来延长，卧床的时间能够缩短，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可是我好像在带你们的这个发展的目标或者体育署的这个部分，好像在这个部分是看不到你们的这个定位哈。不光是体育署，也包括到我们运动发展基金的它的角色还有它的定位，我觉得应该要把它弄得更清楚，而且它的资源也应该要更加的能够知道说，因为你钱放在哪里，我们就知道说你的资源、你的角色、你的定位在哪里啊。是，所以刚才就是全民运动跟竞技运动呢，我们是并行了。那另外呢，就是运动产业呢，就是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呢积极的在。好，我希望你还是发展要有全民的运动人口多，你才可能有精英能够长出来了。是，你不可能是有精英，然后让那个全民运动大家都没有运动，这样是不行的哈。是是。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谢谢。好，接下来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李坤哲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林俊宪委员不在，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不在，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不在，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不在。严宽能委员，严宽能委员，严宽能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不在。王惠梅委员，王惠梅委员。王惠梅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黄国书委员，你还要吗？不用，好，谢谢黄国书委员，黄国书委员放弃，好，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江永昌委员，请江委员。好，谢谢主席啊，就请教这个国库署署长。哎，署长，请。好。哎，委员好。署长，请教一下哈，我们公益彩券中奖的免税额是多少？免税额？免税额现在就是超过两千块以上。在哪一条法令规定呢？这个是在所得税的扣缴办法里面。好，各类所得税的这个扣缴标准第二条了哈。民间的竞赛机会中奖是10%，那政府机关的是扣取20%，对吧？对对。这一条多久没修了？这一条一直好像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这一条为什么不修？这一条从爱国奖券的时候开始吧。很久了，这个爱国奖券什么时候开始开办？这一部分我们可能我所以我说哈，你们要办一个事情哈，真的你们自己也没有充分做好功课，因为这个都有连带的一个关系啦。是，本席跟你讲哈，在7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有去计算所谓的平均薪资。那个时候爱国奖券5块10块，平均薪资民国70年10681。那现在的平均薪资哈，105年3月是
43,880块，免税额一样呢。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你们去建制一个彩券的一个模型有没有？要去做怎么样更好、有效控管的一个营运呢？你这样看，回答看看。你要不要把这个免税额提高？啊，提高有什么好处？不提高有没有什么缺点？这个因为涉及到我们赋税署的，可以请赋税署回答，因为赋税署你做过报告，你做过研究。哦，你光是走路就3秒钟哎。委员不好意思，就是目前的那个扣缴率标准，就是一概的是规定竞赛啊那些奖金是按10%在扣缴。然后这个它是以2000块，政府的是多少？政府的，对，政府的我们公益彩券是多少？是10%还是20%？20%。哦，你上台答错，而且我刚还讲过一遍哦，民间的竞赛经费那个是10%，政府的是20%，你这样有失职哦。我跟你讲，美国、中国、韩国、世界其他各国免税额大概都多少？有没有参考国外的这个比例？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啦。中国免税额多少？大家都说它集权哦，比台湾不民主。中国免税额是40,000呢，美国18,000元呢，韩国3,500元呢，他们的免税额都比台湾高啊？为什么他们比台湾高？他们的规模比较大吗？市场的这个状况比较好吗？啊，回答。我跟你讲，我敢这样问你，是因为1997年财政部国库署就有一个委托计划，哈，赋税署跟国库署，你们自己听一下，公益彩券品牌形象及奖金课税问题之研究，是你们花钱去做的一个计划，做的一个研究，研究的结果模型是什么？有没有来参考运用？啊，这钱花下去的哦。这个委托台科大的报告里面就讲，课征啊。这个中奖的奖金课征的起点，会跟整个的收入以及整个的销售额都有连带的关系。既然做了研究，为什么不采用？没有，你这样时间要还我啊。那个跟委员报告，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报告。这报告内容是什么？报告当时是有建议提高那个就是扣缴的这个。提高到多少？什么是最适切的方案？当时他没有特别讲到，我印象中是他没有特别讲到了，但是他有特别讲到。他里面讲到，如果是扣缴的这个，他如果讲到税额的部分，20%降低到10%几，或是升高到20-30%以上，他觉得那一个模型的处理比较不好。但是他告诉你，如果从2000块的免税的这个奖金啊晋升到5000块的时候，他可能会损失57亿的这个税收，但是他可能会提高销售额的20%，会增加57亿的收入。那如果照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市井小民，他中了一个彩券，他不用再去抢这个税金的这个还要缴纳啊，这是很好的啊，5000块啊。它里面也有对我刚刚所提出的、啊、中国40,000，美国18,000，但是它里面讲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奖金的扣除啊，好、哦、免税的额度啊，要到10,000了的时候，那可能损收的这个税收了哈、哦，会到达80几亿，但是我们可能必须要把彩券的销售提升30%，但这比较困难，所以就没有建议这个方案，是不是有这个？哎，就报告内容嘛，1997年的嘛。对对对。好，没错。那、啊、你们花了钱做研究也不修正，那你们从富邦到中信，那、啊、你们继续不晓得你们的合约有没有把这些东西都去考量说啊，政府如果怎么做啊，这样互相去搭配。你们自己在2014年2月5号时任赋税署副署长的蔡碧珍还表示说，这样会影响税收呢。如果从2000提高到5000，啊，自己做的研究委托了。难道台科大骗你们吗？啊，不然你这个研究计划的这个经费，要不要考虑跟他追回？这个委员，这样好不好？这个案子哈，我们是不是回去啊？容许我们回去啊？我们在内部。我在这里大胆建议，你就直接从这个奖金有没有的这个免税的额度，从2000提高到5000，照你们的这个研究里面所揭露的来做。这个跟委员报告，是不是容许我们回去，我们再做通盘的考虑？那你多久可以通盘考量完成？是不是给我们一点时间呢、啊？时间是多久啊？我们是不是？
哦，你们每次商量就浪费我时间。这样子，我们就是三个月之内了，三个月之内我们就给委员一个。三个月我反对，一个月。好，我们尽量了，尽量配合了。好，一个月哈。好，尽量配合。刚刚很多的委员们都提出，今年一月到四月销售额降下来了，什么原因？最主要哈，跟委员报告，最主要因为他们那个销售最主要是靠那个联结哈，联结大概就占三成。那刚好今年过年的前，就除夕前一天刚好发生这个台南大地震，所以那时候整个社会台南大地震发生在2月6号，对，刚好过年的前一天。本席告诉你，104年哈，你说发生在年节，104年你二月的彩券啊，121亿啊，销售总金额啦。你二月啊，105年是114亿啊，才差多少？才差7.1亿耶。反而是一月份啊，104年一月112亿，105年一月是65亿啊，那不是年节了吧？那不是过年了吧？而且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维冠大楼的倒塌。其实他在将那个时候二月跟三月，其实少的销售面额都没有那么多啊。这跟台南维冠大楼赖清德的这个募款，然后社会把资源转移去那边，没有来彩券，那是两回事啊。是我跟委员报告啊，就是说我们的过去跟过去的，因为去年有比较特别，因为去年那最主要是很多都是连杠。好，如果你讲连杠，你自己回去查。103年的12月25开始杠了之后，到104年的1月8号20亿，就已经开采了。104年12月27号开始这个哦，没有人得到奖，这72杠之后大补彩。到105年的1月9号12.6亿也开出来了。这个跟一月的下半月都没有关呢、欸。所以我跟委员报告，所以我是说，我先讲，我认为你讲的这个连杠，跟你讲的连结，跟你讲的这个维冠大楼的这些，刚刚你在答复其他委员的时候，我认为啦，你们没有做详细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这好像有欺骗。跟委员报告，我们过去的经验是这样子的哈，比如说像上一次，我不要讲过去的经验，我现在是读数字。读数据，我用你们报给我的资料来质疑你们所做的报告，你回答。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就到四月底为止哈，就跟去年比的话，就减少100亿嘛哈。那我们看是看一段期间，连续四个月。对，我们是看一段期间，不是看单一的一个月了哈。所以你自己听哦，光是四月份，跟年节过年无关吧？跟连杠无关吧，因为比照去年同样是四月，是跟这个什么大地震天灾无关吧？这三个因素，你刚刚在回答其他委员的时候，你所提到的时候都无关的时候，四月份同期少了33.8亿，是那什么原因？所以在讨论你的销售盈余降下来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没有掌握关键的点呢、欸。其实，跟我们报告，其实哈、哦，彩券的销售的影响因素很多了。你现在要打，你现在要打脸你刚刚讲的那三个原因吗？我刚才讲的最主要是最主要过去最常会发生的这个影响因素，那可能后面的可能也受到经济。好，那你就回答我，四月份降33点，我觉得跟经济景气有关系。那所以我们现 在、哦、那你又多加一个原因哦。就是、那我就要求你，他如果是跟经济景气有关系，那请你就把这个研究的这个数据分析告诉我。我们尽量来处理。不过我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为了提振这个彩券的销售哈，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协助这个台彩公司，要求他们就是要尽量去推啦。所以我们在今年的端午节，我们有加码的一个活动啊，就希望能够刺激景气啊，刺激那个买气啦。主席，抱歉哦，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提问，然后麻烦你回去研究来告诉本席。第一个，从富邦到中信，对不对？所有的这个经销商经过资格的重新抽签，重复率有多少？但是现在店面上哦，重复率有多少就已经换了嘛？你懂我意思？对，经销有资格抽到的人已经换了，但是那些店面还都一样。哦，这是什么原因？所以你们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弱势族群、低收入户、身心障碍者或原住民族，我们要去帮忙他。可是你们查都查不到有猪牌。但是我跟你讲，也许啦，我不看待这个事情那么严重，因为他们可能需要有投资的伙伴。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子产生啦。
你们103年没有因为销售额下降取消的这个店面取消的经销商资格，但是在104年有哦，有18家哦，那18家，好，不止94家，好，94家，94家，那麻烦你去了解他们是什么原因，做一个统计资料出来，好，让我们的这个彩券的一个运行啊，能够真正对我们的弱势以及对我们的社会福利啊达成一定的一个成效。这个资料我是不是会后我就交给委员？好，好，交给委员，好，谢谢。好，今日登记发言委员均已答询完毕，本委员做如下决定：一、报告其答询完毕；二、委员杨耀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或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的部分，我们请财政部及相关机关在一周内以书面来答复；第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好，我们现在来进行法案逐条审查及提案处理。我们再请议事人员宣读《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的内容，以及临时提案，共三案。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条，公益彩券之发行由主管机关指定银行（括弧以下简称发行机构）办理之，其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管理及其他相关事宜之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发行机构经主管机关同意，得委托适当机构办理各类公益彩券之发行、销售、促销、开兑奖作业及管理事宜。现在宣读委员之临时提案。第一案，公益彩券发行之目的，乃以救助弱势公益为目的，故其盈余提拨各县市应确保其专款专用，为部分县市却将盈余混入公务预算或基金使用，甚至取代其原应编列之社福公务预算，此一现象违反公益彩券额外加码地方社福经费之良意，原此要求财政部一个月内改革公益彩券盈余拨交地方政府之财务监督办法，除地方政府应独立账户专款专用并定期提出使用报告外，地方政府编列之社福预算不得低于公益彩券分配盈余。提案人委员卢秀燕、赖世宝、王荣章、许国勇、罗明彩。第二案，有鉴于公益彩券营运分配之资讯公开透明程度不足，以至于社会各界未能清楚了解，社福团体也未能依据所需取得补助，原要求财政部本于职责3个月内成立单一网站，或是于现有网址公开透明揭露公益彩券回馈金总额、分配流程相关会议召开，人民团体可以申请的各项补助方案列表，以及各项申请补助的方案等资讯。提案人委员陈怡敏、联署人委员蒋万安、罗明彩、李彦秀、曾明忠等委员。第三案，鉴于无现金社会的渐渐来临，透过数位资讯记录，除将使台湾三至四成的地下经济活动纳入电子交易体系，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也能大幅提高我国税收，财政部应研议具体配套措施，于6个月内向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以鼓励台湾电子支付环境之创新，并增加政府税收。提案人委员曾明忠，联署人委员陈怡敏、卢秀燕、赖世宝、费宏泰、李彦秀、蒋万安、罗明彩。宣读完毕。好，向委员会报告，我们是不是一个一个案子的处理？如果有问题，我们再协商啊。那我们先来处理今天的，那我们有关《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哦，这个对照表有了哈。我们感谢黄国书委员的细心哈。那是不是把这一项按照他的修正通过？应该没有意见吧？没意见。没意见，那我们照案通过啊。好，感谢黄国书委员哦，他非常认真哦。哎，这个运动界会感谢我们财政委员会跟我们卫福委员会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临时提案部分。那有关第一案是卢秀燕委员提案的这一部分哦，因为他在倒数第五行，请各位委员看一下哈，有个原始要求财政部一个月内研议，在一个月内后面加两个字研议。那卢委员也同意，那其他这个。联署的委员也都觉得没有意见，那财政部也没有意见吧？没有。好，各位委员这样子修正，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按照修正通过。好，那再来这一案，是我们陈启明委员所提案的，有要改吗？第二案。这第二案是吗？第三案。哦，那个是第三案。OK。那陈委员所提案的有没有意见？那
主管机关的没意见，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好，感谢陈委员。好，再来，我们有另外一案是曾秉忠委员跟陈宜明委员提案的哈。好，我来。好，修正的文字改成这样子哈，我们把案由的第二行“除将使台湾三四成地下经济活动纳入电子交易体系”这一段把它删除，然后呢，在倒数第四行，我们把它在我国税收巨要的后面加上“请金管会会商财政部经济部等”。于六个月内向财委会提出报告，以鼓励台湾电子支付环境等等哈，这后面一样。对不起哈，我再念一遍哈，在我们税收巨号后面，请金管会会商财政部经济部等研议具体配套措施，然后接下来都一样哈。然后在说明的第二，将使台湾三四成的地下，把三四成的地下这几个字删除，政委员是这样吧？对，没问题哦。有问题，我那个金管会的话已经处理过了，这个就财政部的部分啊，所以金管会删掉。删掉，因为金管会这个他已经在做了。OK， 好，那我们刚刚念的哈案由的税收句号的后面，把它文字修正为，请财政部会商经济部等。经济部也不用了。就不用了，不用，你也讲好了。对。OK， 好。那我们就改为请财政部研议具体配套措施，于六个月内这样子。研议内容嘛，很广啊。好，这样有没有问题？说明一下，没有问题，来，你在这里说明来。来，那个麦克风。报委员，因为哦，这个是要来这个财委会来做报告哈。那委员的这个提案是完全正确，方向完全正确。然后我们也会配合主政的金管会，然后来推这个电子支付。那我们是怕说提出这个报告哈，如果是从这个课税的切入的话，反而会让那些经济活动的这个业者，他反而会不敢使用，反而会有一些反对。到时候你提的内容，我们会尊重你，你去做吧。但是你提的内容，到时候报告不要写的那么敏感就好，好不好？那个内容可弹性很大，这个不只是你来做，金管会也在做。那只有要求金管会，他是没办法的，这个还是要借重财政部，因为到时候获利谁最多？财政部，所以你放心啦。意思说，请他含糊一点就对了噻。你应该来报告可以，你可以想写具体内容，但是你不一定要讲到税了。你不一定要讲到税，含糊一点这个，然后进来再讨论呐。你艺术家那种。对。安尼，来，正式来。用心要帮忙我们啊。对，这个加税，不是加税，是让我也了解。加税非常谢谢郑委员了，我也了解电子商务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了。那这一部分事实上是有助于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活络，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哈。所以在这部分，是不是我们这边再加一个，就是请财政部洽商金管会，提出一些就我们财政部主管的业务的部分提出一些配套的措施，这样。好了，就是加个了，财政部洽商金管会啊。OK， 好好，谢谢。好，那我们就税收据要后面，来，江委员，周启派谁啊？因为我没有刚刚修来修去，没有听得很清楚，那我就直接讲我的建议了哈。请不要到里面去写说大幅提高我国税收了，增加税务税收，我觉得这字眼不要了。其实你现在是境外跟境内的电子商务哈，出税要公平正义嘛。你现在主要是做这个啊，因为我们境内的他要，这个没关系。电子商务，这个是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一样嘛，电子支付、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国内一致那个是，那因为现在很多的交易都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走健全的，那你不要把税收的这个部分放进去。哎，我也在处理事情，很干脆哈。来，我再把税收句号后面再念清楚哈。我们请财政部洽商金管会研议具体配套措施，接下来都一样。然后最后呢，说明的第二项，
将使台湾三至四成的地下，这三至四成的地下删掉，然后呢，反映我国 GDP 真实情况。句号后面那个删掉，这样好不好 ？OK，, okay 这样没有问题吧？好，那我们就按照修正文字通过。好，感谢大家。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个就没有了。好，接下来我们针对审查结果做如下决议：审查本院委员黄国树等二十人拟具《公益彩券发行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业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席补充说明。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照案通过。本日议程已进行全部完毕。好，散会。好，大家辛苦哦，感谢。